报委员会出席委员九员，已足法定人数。好，那我们现在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37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7日星期四上午9:02至12:38，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郑天才等24人，列席人员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从海军15年兵力整建愿景及国建国造执行现况，谈国防产业自主之展望，并被质询。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8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常务次长薄鸿辉、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军备局获得管理处处长欧阳立行、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主计局会计处处长牛明山、战略规划司代司长李廷胜、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唐华、训练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窦耐军、人事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周兴国及情报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张元勋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防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林长佐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于105年6月28日宣布，将于105年7月12日公布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对于南海争端，外交部日前重申，南海周边各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与精神，自我克制，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现状，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情势之单边措施。政府也愿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与稳定，并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然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双方近日于南海区域持续对峙，紧张情势随着仲裁宣布日逼近不断升高。中国大陆在南海军演，美国已在南海部署航母战斗群。对此情形，台湾不能没有准备。原此，要求国防部务必做好万全准备，以因应南海情势随时可能之变化。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黄昭顺。决议照案通过。以上宣读。请一下委员对上一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者是错误？如果没有的话，那议事录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侨务委员会报告应详专案侨务互动执行成果及未来侨务工作方向，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那我们介绍与会的立委哈，那个罗志正委员，还有王定宇委员，哈，还有蔡适应委员，嘿。那我们今天与会的官员有侨委会的委员长吴欣欣，常务副委员长吕元荣，主任秘书张良明，综合规划处荣佑娥，侨民处处长郭大文处长。侨教处处长张景南，侨生处处长庄琼芝，侨商处副处长赖丽莹，主计室主任陈瑞美，华侨通讯社社长陈义芳。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侨委员会吴院长就应详专案侨务互动执行成果以及未来侨务工作方向做报告，请。刘朝伟及我们大院这个外委会这个各位委员大家早安。那么还有在场的媒体朋友，还有本会的同仁大家好。我想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大院外委会针对这次的应详专案的一个侨务的这一块的一个执行的成果
以及未来我们侨务工作的方向啊，那么做出一个专案报告，请我们大院的各位委员来给我们指导指教。那我想首先这一个影响专案是在今年的6月24号上午啊，那我想我们大院也有刘招委及其他6位委员啊，随同总统一起前往啊，参与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活动。那么这一次专案，我想从侨委会的立场，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希望能够来这一个结合我们在这4个访问点的侨胞们，大家一起啊来跟总统见面，来欢迎总统，然后也让总统这个机会来跟侨胞来互动啊，让侨胞们了解我们新政府啊未来执政的方向跟理念。那么我们这一团啊，总共24号，6月24号出发，那么7月2号下午返抵国门，大概9天8夜哈、哦，那么总共飞行了41916公里啊、哦，横跨北美、中美及南美啊、哦。那么在这个整个9天8夜的活动里面，我们侨委会最重要的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哦，我们安排了4场次的侨宴。让侨胞跟总统能够第一手的接触碰面，那本人也利用这样难得的机会，也跟这4个点的城市的所有的侨团、侨胞尽量有机会跟他们座谈交流，听取侨界的意见。首先到了迈阿密的时候，我们非常这个感到欣慰，就是有200多位来自佛罗里达各州的这样的侨胞，还有。有的远从波多黎各坐飞机过来啊、哦，那么在这一个啊饭店呢啊热情的这个欢迎总统，那另外呢也有多位美国的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侨宴啊、哦，那么当晚有400多个侨胞与会啊、哦，那么会后总统都分别。按桌次啊，来跟侨胞们合影留念，那当场的气氛非常的这个热络啊，非常热动。那么侨胞看到总统啊，都这一个喝彩啊。那我也注意到陪同总统跟各个侨胞握手致意的时候，有的侨胞很热情，一直祈勉总统啊，跟总统加油。也希望总统能够推动啊改革的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未来3个站啊都有不断的同样的发生啊这样的情况啊。侨胞对于总统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期许啊。那么在迈阿密，总统也特别拨冗啊，那么接见我们旅美棒球国手陈伟英先生和他的家人啊。那我个人也在迈阿密短暂的停留时间，跟我们迈阿密侨界啊。各个这一个侨团啊负责人大概20多位，我跟他们办了一个座谈，也听取他们对于侨界的意见，也跟他们说明了我们新政府未来侨务工作努力的方向啊。那么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啊。那么在6月25号中午就前往巴拿马，那么现场有100多位侨胞在旅馆来欢送总统，那么依依不舍啊。那第二站到了巴拿马之后，巴拿马政府非常的重视啊，也用这一个军礼来欢迎，但是因为机场有管制，只能开放45位侨胞进入管制区接机。那最重要的就是到了旅馆之后啊，到了饭店之后，有170多位，那么不只是巴拿马的侨胞，还有来自于周边国家，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啊，那么台商，还有这个侨校的学生呢、啊，那么在旅馆啊欢迎总统。那么气氛非常的热烈啊，晚上大概席开有大概38桌哦，有400多位侨胞来与会。那么中巴文化中心他们这个有跳舞啊，欢迎总统。那最值得我们惊讶和欣慰的就是中华民国学校啊，那边巴拿马有个中华民国学校，那都是巴拿马的学生啊。那这些巴拿马籍的学生，他们可以用闽南语。唱丢丢党啊，爹妈嘎哈，还有爱表家人啊，还有王春通啊，这些字正腔圆用台语发音的这样的一个啊，唱这个闽南语的歌曲啊，那么总统很感动啊，那侨胞也都大家都得到好评啊。那么总统在这一个侨宴上，哎，特别跟这一个我们的侨胞讲，就是说他听到了很多侨胞对他喊加油。希望他改革这样的一种啊心意，他说他感觉到了，他说他一定会好好来处理啊、哦。那总统也是一样，在餐后呢跟侨胞来分桌次来合影啊、哦。那这段时间我在巴拿马停留的这个2天的时间，我想我也抽空
也跟巴拿马传统侨社中华总会他们的干部啊座谈啊，那么另外也跟我们巴拿马台湾商会，以及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还有哥伦比亚来的台商们啊，大家一起参叙。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巴拿马台湾商会的刘鹤理事长，也是我们的侨务委员啊，他出钱出力，把所有从周边国家来参加总统侨宴的这些侨胞啊，都聚集起来，然后宴请他们，来欢迎他们啊。那我们对他这样的一个盛情，我们非常的感谢。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啊，那么大家对于我们新政府未来侨务工作啊的一些做法，那么他们都有所了解，也强化了对我们国家的向心力啊。那么6月27号，总统转往巴拉圭啊，那么当天有120名左右的侨胞驻馆的援建台商侨校的学生，在旅馆夹道欢送啊。那么另外有45名重要的侨领在机场停机坪欢送总统，那么礼请一一。那么我们转往第三站巴拉圭。巴拉圭是我们在南美唯一的邦交国啊，那么南美洲的侨胞对于总统不远千里而来更是振奋莫名啊。那么除了巴拉圭本地的啊来了200多位侨胞之外，另外周边国家啊来了这个更多的侨胞啊，比如说这一个总统到的时候，我们亚松森中华会馆理事长洪正胜啊，他也是我们的侨务委员。他特别宴请所有来自于南美洲的侨胞啊，那么大概有154个人啊，都让他宴请。然后呢，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到机场啊接总统啊。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有80位从隔壁国家，就是阿根廷的这个首都 Buenos Aires 啊，坐了2部大型的游览车啊。那因为从 Buenos Aires 到这个阿森雄啊，这个大概路程有单程1500公里啊，蛮远的哈。那么大概要开大概20几个小时，那沿途上的治安啊，恐怕会有一点担心。所以，我们阿根廷的侨胞在住处的这样大家的一个努力之下呢，2部巴士上面都有安排警察、随行的警察跟医生啊，这样一路呢，那么赶到这个亚松森来欢迎总统。然后第二天侨宴完了之后，他们又在坐1500公里的路程的巴士回到他们的这个侨居地区，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让总统都非常的感动啊。总统他就用了一句成语说，他现在知道什么叫做不远千里而来这样的一个意涵。的确，我们的侨胞是非常的热情啊，非常热情。那么总统也在百忙中接见了巴拉圭活光会及慈济功德会，那我们也很高兴很欣慰，就是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活光会，还有这个慈济功德会，另外我们了解还有一贯道亲啊，在海外每个国家都很多哦，那么他们都在当地做了很多慈善的这个事业，那替我们台湾人争光哈，这一点总统也特别接见他们，给他们慰勉。那么在巴拉圭有600多个侨胞来参加侨宴啊，参加侨宴，那么总统非常的这个开心啊。那么总统也特别提到巴拉圭有一个城市叫东荒市啊，那边大概我们台侨非常的多啊，那边还有迪化街啊，那他认为东荒市是我们这个巴拉圭最有够台的一个城市啊，这是总统对东荒市的一个这样形容啊。那么在巴拉圭期间，我自己也抽空前往跟我们的这个侨领来会晤，另外也到了亚松森第4传统市场啊，代表政务，因为那个菜市场有大概30几个摊位，都是我们台侨在那边开的摊位，类似我们这个芦洲五分埔那样的一个店面哈、哦。那么大家台侨在那边做生意，那么一一去跟他们这些台商啊这个啊朋友啊加油打气，跟他们见面，我想他们也很高兴政府关心他们啊。另外我也参访了巴拉圭的中正学校，而且跟我们亚松森还有东方市的这些台侨的干部啊，我们大家座谈啊，那么也跟他们说明我们政府的侨务政策，也听取他们的建言。那么我们很感到感动的是，有很多侨领当场啊就捐款3万美金来提供我们这个中正学校办学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使用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想我们这个在巴拉圭时间6月30号早上，我们就跟随总统啊前往啊飞往洛杉矶。那么现场有200多位这个侨胞啊，聚集在机场，啊，依依不舍欢送总统。那么巴拉圭政府也给予总统非常盛大的军礼欢送，啊，那么第4站到了美国的洛杉矶，因为洛杉矶是我们侨胞的重镇
啊，全世界侨胞最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在旅馆啊，就有500多位这一个侨胞啊，热烈的欢迎啊，有的远从圣地亚哥，有的从这个隔壁州 Arizona 啊，开车过来，坐飞机过来啊，那么。在这一场比较规模大的这样的侨宴里面啊，我们先在当天晚上6:30举办了一个欢迎酒会啊，欢迎我们重要的侨领以及美国的政要。那么7:00侨宴开始，那总共席开大概有85桌哈、哦，大概有860个侨胞出席啊，几乎所有当地的台侨、传统侨社、新侨、越柬寮。还有韩国华人侨社啊，都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啊，那么几乎就是当初、会场啊，那桌子都摆不下去了哈、啊。那么其中有一位高龄啊，就是洛杉矶老人会的一位高龄103岁的一位黄蔡瑞女士啊，她是总统的忠实支持者啊，选举的时候她亲自回台湾，得到医生的允许回台湾投票。那么这次总统去洛杉矶，她亲自在旅馆迎接总统，也欢送总统。啊，这一点让总统非常的感动啊。另外，当天侨宴晚上还有7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参加，那么这个事实凸显我们旅美侨胞协助政府啊，推动国民外交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努力和成果啊，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了解，我们在场很多台侨跟这7位众议员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非常的密切。那么在这个侨宴致辞上，总统特别提醒啊，提醒叮咛。我们的侨界一定要扶植侨界的青年，让侨社能够世代传承，然后也希望我们的侨胞能成为台湾民间的外交大使，让世界看到台湾丰富多元的样貌啊！这是对总统对我们侨界的所有的期许。那么那天晚上总统也很辛苦啊，总共分44次啊，44提示跟侨胞来合照啊。好，这是有关这一次。我们这个影响计划有关侨务工作所负责的啊侨宴这一块的一个简单的情况跟大家报告。那么针对这一次的出访，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总统这一次出访，那么来举办侨宴，来跟侨胞有这样的一个接触，我们认为达到了凝聚侨心的目的，就是把侨胞的心扣起来啊，把侨胞的心结合起来。那我想凝聚我们海外的侨心，就是我们侨委会我们业务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和价值啊，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和价值。我们相信总统这样的出访，对于未来本会推动全球的侨务工作具有重大正面的效益。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因为这个现有的侨胞的领导干部大概年纪都越来越年长哈，我们也看到很多侨胞很热心，把他们的子女、二代子女哈也带出来啊，参与这样侨社的活动、侨宴，参与侨宴的活动，让这些二代子女啊也能够认识我们台湾啊。那我想我们从这一块也注意到，我们的侨界的朋友真的很用心啊，在推动怎么样把侨亲啊结合起来，未来能够来共同推动我们海外的侨务工作。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借由这次的出访，那么我想整个我们对于当地侨界侨胞的这个心声、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建议、侨情的发展，我想我们都有一些更第一手的了解啊和掌握。我想对于未来我们工作的推动啊，会有更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这一个当然有一点小小这个侨胞抱怨的地方，就是他们有的国家，他们因为受限到机场管制的原因，他们没办法允许啊机场有停机坪，有去前往太多的侨胞，或者有人数有限制，那么有的侨胞他们进不去，有一些小小的抱怨。那这些抱怨，我想我们都透过外管来反映。那么外管，我想会跟当地的政府，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希望能够得到圆满的一些解决。那这是有关印象部计划的部分，跟各位委员做报告。那么接下来我要报告这一个今天第二大项，就是未来我们侨委会侨务工作的一个方向啊。那我想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委员报告的，就是过去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侨委会已经4次受邀来大会报告啊。那么我们从很多这个大会的委员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啊，我们非常的感谢。那么这些意见包括勉励我们侨委会要对侨务工作市场要做比较科学性的分析和掌握。那么对于侨务荣誉职人员临聘的方式啊，要去思考可不可以变革啊，能够做得更好。另外对于海外我们侨务人力的配置要做一个检讨，
以及华文教材供应的策略，还有东南亚侨台商网络的经营，还有海青班啊生源怎么样来扩展，以及我们宏观电视未来要怎么转型推广等等，这些我想大会的委员都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那么这些宝贵意见，目前我们都来积极的在检讨啊，在这一个研究，在这个重新再做一个规划之中。那么我们希望在下个会期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啊都能够完成，然后跟我们大院的委员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报告。那么今天呢，我想未来侨务工作的方向，我们先勾勒出几个五大方向，先做一个原则性一个说明，来就教于我们大院的各位委员。那我想我们几个构想，第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侨委会来把全球的华人把它完全整合起来，来建构一个全球华人的友台社群。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啊，大数据时代就是讲究资讯的整合啊跟运用，所以我想我们准备来建构一个全球华人的友台社群啊。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我们有包括所有的侨务荣誉制人员、侨校的组织、台商的团体、留台校友会的组织等等。我们希望这样的数据对于未来我们来执行推动我们的侨务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我们希望能够来建制海外国人安全防务网的建立。那么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啊，看到好像是中天还是哪一个电视频道报道我们台湾的青年在澳洲度假打工，那么受到澳洲的不孝人士的剥削啊，那么甚至这一个女性还被这个性侵，还有这个工作意外的伤害等等。那么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侨委会觉得很痛心哈。我觉得我们侨委会，我们思考，我们要来结合我们海外侨胞的资源，利用我们海外的侨团、我们的侨胞的家庭，我们要建置一个安全防务网，让我们这些到海外度假打工，特别我们会锁定先从纽澳做起，因为现在到纽澳度假打工的学生、青年学子大概有20,000多人，蛮多的。我们希望结合我们台商的力量、我们侨胞的力量，来作为一个紧急联络平台，透过我们侨胞的力量来关心这些在澳洲、纽西兰打工的这些年轻学子，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那么这一点我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也是我们未来侨委会要新创性的要去推动的一个工作项目。第三，我们要规划这个侨胞安心计划。那事实上，台湾的医疗服务的水准已经具有相当国际的水准啊。那么在本会在101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卫福部跟外交部有合作办理开放柬埔寨、缅甸、寮国等特定国家侨胞来台参访医疗照护产业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侨安专案的示范。那么现在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来扩大办理，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侨安专案转型成侨胞安心计划，我们将在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到其他的国家，鼓励我们的侨胞回国观光旅游，结合医疗的行程，来让我们国内的整个医疗的水准能够让全海外的侨胞他们自己付费啊来使用，而且能够侨胞也可以透过回国这个参加这样的医疗观光行程，同时能够提升我们国家的观光的这样的一个的资源，我们整个观光的这样的资源的这样的行销，让这个医疗跟观光能够结合起来，也促进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发展，这是我们目前也要准备要扩大来推动的工作项目之一。第四项，我们要针对政府新南向政策，我们要来持续的，我们要来全力的配合推动。那么在新南向政策的概念之下，我们大概拟定了5个重要的概念，准备来进行。第一个，我们就是准备针对东南亚地区的侨生，我们希望特别是在侨委会主政的这一块，就是有关海青班还有这个技职教育这块，我们可以来扩大啊倍增我们海外侨生啊。那另外一块是属于教育部啊的一个权责，我想我们侨委会也会跟教育部来合作，一起努力来看怎么样来加强吸收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主流社会的学生到台湾来读书，让我们台湾的教育能够出口啊，能够对东南亚有更多的这样的交流跟影响。那么这是第一点，侨生倍增计划。第二点是我们要努力的来提升我们在东南亚投资台商的竞争力。那么如何提升我们台商在东南亚竞争力，我们将举办
各种不同的一些培训的计划、培训的专班，我们聘请经贸专家前往这一个东南亚去跟台商会他们来上课，来跟他们座谈，来跟他们咨询。那么另外我们会运用我们的侨信保、华侨信用保证基金这样的机制，来提供我们东南亚的台商他们需要资金营运的话，我们都可以来配合来办理。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构想。第三个，我想我们要加强对于台商的联系服务，鼓励我们的台商跟东南亚国家主流社会能够结盟能够加强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东南亚除了我们台商之外，有很多很有财力雄厚、经营事业经营有成的侨商那么他们呢，我想都可以未来透过我们的台商朋友来跟他们结合。我们欢迎我们海外所有的侨商、台商朋友，那么到台湾来投资来寻找双方合作的机会。那么另外，在于没有外管地区的，譬如说柬埔寨、寮国等这些我们的这个台商团体，我想本会今后也会更加的密切的来注意、来关心他们、来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第四，我想在南向政策的概念之下，我们要建构侨商产业的资料库，我们要来这个媒合促使海内外合作伙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侨商处会积极的来洽邀东南亚的这些台侨侨商团体呢，他们呢来回国来参访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参访的过程，让他们对台湾的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况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安排国内的产业界来跟他们来见面，来媒合可能的商机跟未来合作的机会。最后一个，我们在南向政策之下，我们希望在华文市场的华教这一块我们要加强。那目前我们现在在建制，我们侨教处在建制我们的侨校华语文师资媒合平台，因为我们注意到很多东南亚的侨校大概有500多所跟我们是比较友好、有密切互动的，他们有缺华文老师、数学老师理化、生物老师的，那么这些他们找不到老师。我想我们国内有很多这一个退休的老师，有很多待业的老师，有很多应届毕业的这个相关系所的大学生，他们应该都会有兴趣到东南亚去教书。那么我们要建构这样的平台来媒合他们，来解决双方彼此的需求这是我们在南向政策下第五个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做的一个努力的方向。那么最后在南向政策下，我想我们要努力的培植我们华侨青年第二代来为未来我们可能5到10年我们侨社领导阶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型换届，甚至未来我们侨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能够把海外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青年能够找出来。那么举个例子这一个礼拜六我去建潭活动中心，我去主持一个欢迎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英国450位我们华侨第二代子女，他们来参加我们侨委会所主办的台湾偏乡地区国中小的英语教学志工活动。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呢，让我们的这些华侨二代子女他们认识台湾、了解台湾了解他们父母亲的故乡台湾，然后也让透过他们做英文教学志工，跟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我们的青年认识、结合在一起，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产生我们华侨二代子女对台湾这样的一种认同跟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结合那么根据我们侨委会的统计，截至本年2月底止大概这11年来，我们总共有全世界有3346位我们华裔二代青年来台湾参与这样的青年教英文教育的服务。那么我们国内有22个县市、197所学校，超过2万多个学生有因为参与这样的英语教学活动而受益那我们认为这个未来我们会再持续加强推动不只是英文教育，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活动我们都可以来扩大举办。最后我跟各位委员做一个结论，我想影响专案那么让我们所有海外的侨胞特别是这4个城市的侨胞跟我们的总统有第一手的接触跟互动，我们也让我们的新政府跟海外的侨胞透过这样的一个侨宴的办理、总统的出访，加强了双边的关系更强化了侨胞们对国家的认同、对台湾的向心那么
我感受到总统到每一个地方啊，侨胞的申请啊，侨胞的期许啊，我想我们都整个执政团队啊，都深深的感受到啊，我想总统也非常的啊，感谢所有的侨胞啊，这一点我想未来我们侨委会当秉持总统的指示，我们会所有的同仁会更加的努力来把侨务工作做好。那么在整个未来侨委会工作的普化 方面，我想我们会秉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精神，就是认真负责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全体同仁一起努力来把我们的侨务工作做好。我们也期许我们大院各位委员来给我们不吝指导，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委员长报告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询答哈？那本会委员8+2分钟，那非本会委员6+2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哈。那现在请第一位蔡委员蔡诗颖。主席好，主席能不能请我们侨委会吴委员长就备询台？蔡委员早，好，早安哈、嗯，早。这个我们今天是只有音响专案来做报告哈，那我想首先先请教你一下哈，这个最近啊，就是刚刚的消息哈，就是我们的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哈，他做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哈。就是基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外交的工作需要哈，他决定要裁撤北欧的4个外馆，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外馆哈，这四个馆哈，当然我们是无邦交国了哈。那许多人就觉得说，因为北欧4国如果没有外馆，或者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吉达没有我们的办事处等等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的推动哈？那此外，在这边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委员长哈。这几个地方，如果一旦我们的外馆撤出之后，对于我们的侨务的工作，会不会有一些马上立即的影响？就北欧4国来看，谢谢委员的这个提问哈。我想这个我们的外馆是否要做一个检讨，或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哈？我想这个应该由部长、外交部长来回应，没错，我来回应这个委员的意见了哈。我不太方便，我要问你是说，那就侨委会的部分，我们的是，对，我想对于如果一旦像假如如同报载或传闻，北欧四国如果说这个外馆撤离，侨胞怎么样来这一个关照的问题，我想这个已经有潜力了哈，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的侨胞分布全世界哈，没错，那有很多地方也的确没有外馆可以照顾他们，譬如说在非洲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外馆，但是尽管如此，我想我们都可以来透过周边外馆这样的情况能监管那个地区的侨务。北欧4国目前我们有没有侨会的人派驻在那边？没有，没有，本来现在就没有就对了嘛。现在就没有。现在那现在北欧4国的这个相关的我们的侨务的问题是由哪一个地区来负责的？我们现在北欧4国是哪边监管？荷兰。哦，现在是由荷兰。所以我们在荷兰有代表嘛，对不对？荷兰几位？一位。荷兰一位。一位，他负责的荷兰以及北欧4国。是。那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有吗？我们有侨务委员会派在那边吗？没有，那边我们没有派的。那沙特阿拉伯那边的我们的侨胞的部分，中东地区的，我们目前是有哪一个地区来负责的？好像中东地区我们侨委会都没有派的，都没有派就对了，都没有，所以都完全没有。大概就是有外交部的外管他们，外交部的外管兼办就对了嘛哈。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说未来北欧4国如果外交部不论有没有撤管，对侨务委员会来讲，我们都是由荷兰的那个侨务委员、侨的秘书、侨务秘书在负责嘛，哈，来服务。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这就很证明了我们在各地的侨务委员跟侨务咨询委员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这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再把它努力的一个目标，哈。好，这个是我们吃饭的话，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延续我先前请教过我们委员长的问题，哈，是还是要问你，就是这市场的侨宴的邀请名单，哈，你们是如何拟定出来的？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侨宴的名单主要都是由外馆馆长，然后跟我们侨务的工作的同仁哈，他们开会讨论出来的。那你们应该有个先前的一个资料库吧？应该都有，因为我们的侨务秘书在这四个城市，他们对于侨界的所有的领导啦，或者说领袖啦，或者说所有的侨民，他们都有名单。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因为我所了解到就是说，
我们的侨民这 62.4% 都在美洲嘛，对不对？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马前总统跟蔡英文在3月6月都有过境洛杉矶的时候，都有邀请这个侨务委员，就是乔燕嘛，我有看了一下这个乔燕的名单，我发现两个其实差还差蛮多的呢。委员长，你知道两份的名单你都看过吗？我都跟你们要了，要完之后把它全部看完之后，我发现差价贼呢。嗯，其实你们一直说这个不分男女都有参与，但我觉得大概有50%以上是不同的，50%以上都不同的人。那我就在想说，奇怪了，这个同样的乔燕差两个月，为什么会有50%以上的邀请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是自始至终就没邀请他们，还是说邀请了他不客前来？这个谁知道？可能这个情况我的了解就是说，因为侨宴毕竟人数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侨宴基本上是 by invitation， 就是受邀。那我想驻处的馆长跟我们侨务秘书他们会去针对这样的一个侨胞在侨界他们的一个代表性，还有他们的重要性等等。你这样讲哈，邱丹姐哈，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哈？我记得您之前在报告里面讲到说，以洛杉矶这一场为例，参与的人数比马英九那一场来的还多人嘛？是，没错吧？是，对啊，我的那可是问题是，马英九的那一场里面有2%以上的人都没有在这一次的邀请啊。是，那我都不晓得说是自始未邀请，还是说邀请了他没有办法来。我想可能所以谁知道？可能应该都有，还是那边的侨团太多了，所以我们是分批邀请。我不晓得。因为我看这个名单差很多啊，是，我想我跟委员报告，根据我个人的了解了，就是说这一个马前总统执政的时候，那有一些侨胞他们是倾向不会去参与这样的侨界的活动，是，那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那有很多侨胞他就愿意参加。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这就是我刚开始在请教一下委员长的，到底我们有没有在每个区域有我们的相关的资料库跟社，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你如果没有资料库的话，你就会因人啊，我想到邀请谁就想到邀请谁，那就有点变成叫大家来假编辑本哎。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吧？是，我了解。就是说啊，今天总统要来了啊，总统说开五桌，好，赶快拉一下五桌的人，就到处拉啊，你就是什么团，你就是什么团，就是什么团。然后呢，下次未来要换另外一个长官来说，哎，这次说开七桌，好，我们就另外再拉七桌的人来。那我就有点觉得这是在吃那种所谓的这个应酬饭呐。我希望不是如此啦，我希望不是如此，对，所以希望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名单才对嘛。对，好啊，这些名单就是他长期在这个地方有耕耘、有在努力的。那总统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邀宴，也是慰劳他们、感谢他们，也加强跟国内的互动。我想这是重点嘛，吼。所以我刚才讲说，请你们要去了解为什么，我就看了一下同样一个地点，两次的名单差那么多。好啊，这次当然蔡总统到来还很多，可是我本来以为蔡总统到来很多，是因为马总统来的那些人之外又增加很多人，就我看不是啊，马总统来的人有一半都没有来，然后蔡总统来又增加一些，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要跟你确认一下。是，谢谢。好。我们的侨务工作方案，为什么刚刚提？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我要建构全球华人友台的社群了，这个做好了没有？现在在建构之中。在啊，未来会不会放在网络上公布？我们应该会，还是只是做内部网站而已。我们应该会，因为我们会照这个委员上一次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说这个海外的侨团，没错，嘿，我们跟他网络人，他如果有网络，我们跟他连接。对，哦，没有的话有联络电话、联络地址。为什么？因为这搭配到第二点哈，是，就是对我们的，我刚刚问什么北欧那里，就是说我们的国人或者是侨民在当地遇到状况的时候，他除了联络外交部的话，他也可以联络我们当地的，等于有点类似我们的当地的联络员啊，对，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们对地方都很熟悉，也可以帮忙我们的许多旅外的国人来解决许多的问题，或者替当地的侨民当时互相解决问题，我觉得都有一个必要性。 是。好，那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关于这个侨胞安心计划跟新南向政策的侨务策略。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有讲到嘛，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新南向办公室，我想委员长你晓得吧？我知道。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新南向办公室开过会了没有？我个人还没有受邀去。所以你没有受邀参加过？对。哇，真的啊？那这个五点是你们写的嘛？对不对？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其中的第
三点我比较有兴趣哈。是，第三点能不能念一下是什么东西？强化台商联系服务，鼓励与主流结盟关系。你的主流结盟关系指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指东南亚当地他们当地政府嘛，当地的政府还有当地的他们的侨商。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目前新南向这是我们的重点嘛哈？是，你认为目前做的怎么样？我就是这个，我们要为新南向东协十国啦等等，跟当地政府的互动关系好或不好啊？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我们的台商在当地政府来讲，跟当地的政府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这个商界的朋友，都有一些来往。因为你要写这句，你特别把这句话写出来，是因为你觉得现在不好要加强，还是你觉得说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列为这是个成果？我们要强化，要强化。为什么要这样问哈？我要问的就是台硕的事情了哈。我之前请教了外交部。那外交部我觉得他的回答让我不是很满意，那我就想到说，哎，这个台商也是我们侨委会辅导的工作范围之一嘛，是，我想问一下侨委会里面内部有没有人对整个台硕的这个事情、越南事情有没有了解？哦，有，有了解，这个事情我们持续掌握。好 ，OK， 那所以那你知不知道最新的一个状况？吼，七月十号又发动了第二波抗议了，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驻外秘书都会把这个知道吗？直接我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七月十号才发生，晓得吗？是我们知道，晓得哈。为什么又抗议了？因为这是比较少数、比较偏激的一些越南人民他们发动的。那但是不是越南政府？不是已经协调完毕了吗？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他激进是什么？他是觉得武艺不够，要再加武艺，所以激进还是这样？你说你没有掌握是怎么回事？那我是认为这一个他们可能还有一些个人的他们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的相关人士、侨委会的人有没有去协调这件事情？我想这整个部分都是由外管的馆长在统一指挥领导。对啊，我说侨委员会的人，因为你们有侨务委员、侨务咨询委员嘛，我跟当地有在互动，台商协会都是你们在协调的嘛。是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参与？有，我们侨务秘书都会密切的跟所有台商会长。对，那你们觉得整体的事情处理你们满意吗？基本上我们还在观察。我为什么这样讲？关键大概是这样子了，到目前为止一个罗生门的部分，就我至少我认为是罗生门。第一个，台硕公司道歉赔偿了5亿嘛，他的道歉说他造成水污染，然后他赔偿了5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直很质疑。第一个，台硕公司到底有没有造成水污染？第二个，这个5亿的罚款啊，到底是依据什么的法律原则决定出来的？那我问了外交部，外交部搞不清楚啊。我不晓得，我再同样问题再问一下侨委会，你们有掌握状况吗？这一部分我们没有掌握状况，也不知道状况。我们侨委会主要就是负责台商的安全跟联系。好，那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吼，委员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的台商在越南遇到这种状况，我不确定了。吼，第一个，他没有被污染，他事实上没有造成污染，可是他被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求罚5亿。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会鼓励我们的台商到越南去吗？我不会鼓励，就不会鼓励嘛，所以我才说这就是关键。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企业在那边带头做污染的事情的话，不是只是越南政府要谴责他，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也要谴责他，是因为这是一个不符合国际规范的一家厂商，是的第一个。可是如果我们的厂商在那边没有实质上的造成污染的话，可是却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且被要求去罚款的话，而且这个罚款我到目前我看不出来是依据什么法律原则罚款的话，我觉得就我们的立场来讲，就不是只是很低调的在协助协调而已，我们是应该要站出来跟越南政府跟他讲说，你这个违反相关的法律原则，你会影响到台湾未来政府我们的越南的投资政策，可不可以？我想我们侨委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是所以我希望就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的侨委员会委员长这边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表态出来，到第一个先调查清楚，好、哦，到底是我讲了什么状况，第二个。做好正式的一个声明，我认为要让越南政府知悉是很重要的，否则大家有样学样啊。以后你再鼓励更多的厂商去，大家厂商会觉得你把它往火坑推而已。可是如果说是我们的厂商责任的话，那我们的厂商就要道歉，而且要改过。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第二位请王定宇王委员。谢谢主席啊，麻烦这个委员长。王委员早。我有几个大的题目要跟你请问，也希望我们
侨委会要注意哈。我接着跟蔡委员的问题继续哈，有关台塑的月钢厂的问题，你不能说你不了解，因为台商广义的台商是在你们的业务范围。是，第一个，就你们现在负责业务的同仁，有没有人知道台塑？因为台塑月钢厂投资了3000多亿台币，哎，里面有15%是中钢的股份，是国营投资的，所以越南的这个月钢厂，就是台塑的月钢厂，在越南到底开始营运了没？你们知道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始营运了？现在是营运。我想请我们这个处长知道的就直接回答，没关系。他现在是营运啊，还没有，他的营运许可还没给他嘛？还没有，现在我只知道是试营运。所以还营运许可还没给他，怎么污染300公里？你懂我意思吗？台塑污染台湾，该罚就罚。对麦寮那边，我们绝对不宽待。可是我们台湾的投资者来到了越南，投资了3000多亿新台币，他那个工厂的许可证还没下来，怎么污染啊？这几块都是半永澳哎，你敢不知？然后呢，他们5亿的那个罚款是怎么开的？不是罚款，台塑的高阶主管总裁被叫到越南去，就不让他上飞机，也没有法院的裁定，就一直谈。一直跟他谈哦，这个污染，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一直讲，不准律师陪同，不准翻译陪同，连续一直谈，谈到第一天飞机错过了，第二天飞机在机场，越南的官员还跟飞机长说飞机半个小时后再飞，继续讲，讲到签字为止，那张纸就是5亿美金。我们外交部或者是我们的侨委会在驻外协助上能帮上什么忙？如果连越南我们都帮不上忙，我们南向就很难了。越南，我们台湾这边投资占世界，有人现在排到第3，事实上把隐藏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我们是全世界投资越南第1名，100多万的员工在越南，越南一年的 GDP， 台湾的投资者贡献了将近20%以上。如果对这样的国家，我们都不能保护台商。你告其他各国你要怎么办？在这个国家，台湾是有实力的，我们的投资金额比例都占那么高，所以我真的要请教一下，我们现在越南的代表处那边哈，还有我们侨委会这里哈，因为今天外交部没有来，你们能帮他做什么？最起码法律协助、翻译，要求越南政府至少依照他们的法律提供平等的、可以有辩护的空间。啊，我今天刚丢要被开西英文，还没有运转，可以污染300公里。然后5亿美金，那个5亿赔我们台那个麦寮那边还差不多，赔到那边去。所以这件事情，委员长，你们到现在我刚才听起来，你们都还没有掌握状况哦。跟委员报告，这个的确，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就是整个这个事情是由外管的馆长在统一指挥来调度。但是你们侨委会常常告诉我们，你存在的价值是因为我们侨委很多外交部做不到的，你们做得到啊。台商是你们的、啊。跟委员报告，我们都一直不断跟我们台商会长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到今天早上我们都还在联系。那你联系结果到底什么？这一件事罪有应得，还是被人家坑了？就这么简单，被人家坑了。我们的政府在涉外的事务上，在投资这么大的金额的越南上，我们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传令兵吗？替越南传一下说你要罚钱的命令，还是我们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台商？我想委员的感觉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感同身受，我想我们会后我们会来跟我们所有的台商朋友来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听起来你们掌握状况其实不高，那一块应该我们认为是外交部跟经济部掌握。以你们对台商的经营，越南应该是侨委会相当熟悉的地方，越南啊，泰国是像台兄他追嘛，对，来台湾那么近嘛，怎么这么大的事情，而且现在准备第二波，而且越南驻台湾的办事处态度高傲的不得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就说这件事情很简单，我们国家的台商污染了人家国家，该罚就罚，是我们的台商做了重大的投资，被当肥羊，被坑了。我们要用尽全力保护，这才是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价值。是，不管这个台商在台湾，我们对他喜欢或不喜欢，出了国去，纳税人就是我们的国民。是，所以这一件事情，因为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外交部没有来，外交部来的话，我要好好请问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是，因为这个个案会影响到我们接续下来南向很多的东西，南向你们贵会也是一个要扮演的角色。是，我现在请教一件事情哈。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在
2013年5月25号开会把我们的国旗撤下，这个案子现在进入司法诉讼程序。是，当然那个是前任委员长的时期。是，但你要接下来嘛，是，那个时候42名在场的主席团商董21票赞成把中华民国国旗拿掉，撤下来，然后呢20票反对，1票弃权。你们到现在有没有掌握那21票是哪21个？这个我想我们这个住处应该都掌握了。然后这21个里面还有没有人在当我们的侨委、侨务委员？有没有？有没有？请我们处长来。处长来，赶快回答。这个部分属于机密的，所以我们事后会跟委员报告。所以好，名字不要告诉我。我现在问你，这21个要把台湾划掉了，准备迎接五星旗了，这21个人里面有没有担任我们侨务相关的荣誉职务？有没有？我们请这个副委员长来。副委员长来，副委员长，你是前持续下来，你比较了解。是，细节的名字你不用讲，我只问你这个问题。这21个可恶啊！这中华总统，我们帮助，其实我们帮助他相当多。他提案，而且用偷袭的，违反会议规则，这是诉讼。现在在这个旧金山的法院告，就是因为这个，他没有遵守他们的会议规则，没有到2/3。但我比较好奇的是，42个人有21个赞成把我们的旗子请走。没有我们的侨务委员，里面有没有我们的侨务相关的荣誉职？我问你这样比较精准嘛？你们不是侨务委员嘛？你们还有什么什么促进委员什么？你们有侨务的荣誉职务？有没有这21个人还在担任这些职务的？他侨务委员确定是没有，但是因为他这个任期哦，就是说一年人家都要把你国家杀掉了，你还管他任期？3年就拔掉了？不是，我现在问的是，我们有侨务促进委员嘛？我们有侨务委员嘛？我们有好几种荣誉职嘛？带4个吧，4种。我再问一次，是。在中华总会馆提案把国旗移出去，准备迎接五星旗的人，有没有人还在担任我们侨委会的荣誉职？详细的这个侨委员确定没有？那其他的荣誉职你不知道吗？请他容我回去再确认一下。真的不知道吗？因为他这个投票的名单啊，把那21个名单你们有了啦，你们知道是谁啦？是，但是你们总归要比对一下。你跟我讲密，我都尊重你了。是，那21个人你们都认得啊？是。他简直是帮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准备接收我们这个馆，我们现在荣誉职里面还没有他们。我需要比对一下，你们我只确定没有侨务委员、啊。副委员长，如果你还没有比对过，我真的不相信哎、欸。2013年到现在，吴欣欣不知道，我还可以相信呢、啊。他刚就任，你们怎么会没有比对？如果还在里面，让你觉得荒不荒谬？是不应该。我们当然本身不管侨务委员或促进委员等等等等，那个叫荣誉职。但做了这样根本否决国家存在的事情了，你还管他荣誉职？应该解掉嘛。他还留着是在侮辱侨委会的工作、欸、你们私底下名字我们来对一下，是我这边也有了。我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本会的报告，104年度侨委会对外的奖补助，第二个栏位，办理驻美中华总会馆拆旗诉讼案，你们补助了700多万，补助700多万呢、欸，就是。这个团体哈，有3个董事出来告要把国旗移掉的人，说他们没有按照会议程序，没有到达2/3。然后呢，你们编给台湾国会的说明里面，报表里面有700多万的补助，而且补助的标的写明了是为了移旗诉讼。委员长，你知不知道现在在旧金山法院，被告那一边提出来的诉讼对抗策略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说？有没有跟你报告？我现在还没有听说。你没有听说啊？撤旗诉讼背后有台湾政府资金提供控方，你快要成为政府被调去了，你知道吗？其实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侨界他们，你现在这个事情你都不晓得？我当然知道一些，知道一些，知道一些，就是说这些侨界出来，他帮我们这个政府一起来努力来，你现在捍卫我们的国旗，我建议你现在不要回答。是。这个是我们一致对外的事情，你现在不要回答。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社团老侨社在西尔格，讲白点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只旗子在西尔格。然后呢，对方没有理他偷袭，可是偷袭第一个，我们42个里面竟然有21个站在北京政府共产党政权那边，这就表示我们经营很失败了。他还担任我们的荣誉职的话，那就更不应该。第二个，诉讼的攻防。我们请的律师这边攻防，第一审裁判是我们赢，
和我们赢，那对方发现输了，因为他曾经是你们侨委会荣誉职的一员，他知道这个，他提供给他们的律师在美国的法院旧金山法院说，这件诉讼背后有台湾政府资金存在，然后你们这个就是他们的证据，你知道吗？你们这个就是他的证据耶。当然，控方这边的律师说，这件事情是违反会议规则等等等等，跟背后资金筹募无关。但是你们在美国待过，晓得美国对外国政府涉及他们内部事务有很多严谨的规范。我上次质询我就提醒你们，这个事情要小心处理。我不看那下丑陋尾了，补助直接这样写的，这个不好，你也不用回答，你因为你刚接手，请你把这个事情赶快调整好来，因为这个诉讼还在上诉中，一审有初步裁定，这牵涉到，我们经营那么久了，就旗子被他请出去，五星旗挂上面。你这委员长怎么还挂得下去啊？第三个事情，我简单再跟你提一件事情。是，泰国台商会每一年都有办台湾跟泰国的垒球比赛，今年底特别扩大办理，这是好事情。是，而泰国也是我们南向政策重要的起始点国家之一。是，所以他们也有邀请我们台湾部长级的人去那边做所谓的南向政策的演说。但是你知道泰国我们的部长级要进去，真的还要靠我们的台商，也就是你们侨委会的业务，所以本席在这边用最后借的这个时间，请委员长第一个协助今年年底提供资源协助他们，资源有很多种，另外小板块就提供资源协助泰国台商会筹办今年年底的泰国跟台湾的这个交流活动，不管是垒球赛、演讲会，他们也计划邀请国会议员、台湾的地方首长跟曼谷相关做交流，学校、大学做交流，这个是在南向政策上贵会委这个退那个侨委会可以很好发挥的一件事情，所以请你们在人力物力上协助促成。我们这边如果有部长级的要去那边做交流的时候，透过他们或者透过我们外交体系协助我们跟曼谷跟泰国官方正式的往来，这对台湾的外交、对我们当地侨胞的活跃力、对我们南向政策都有正面的帮助，所以请这个吴锡欣委员长跟副委员长这边，这个事情要把它当做一件事来处理。是，我们会还会再追踪这个事情。全力以赴。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请江启臣江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乔委员长，哎，吴委员长，江委员长，哎，委员长好哈，我想你出国刚回来，也蛮辛苦的啦，哈，刚才也花了大概二十分钟啊，我看你这很辛苦的念这个报告哈，那我听完之后，我只有感觉啦，就是说，好像一切都很顺利。然后都没有任何挑战，也好像没有任何该检讨的地方哦。我的感觉啦，我不晓得是因为没有提出来，还是你认为完全都很 OK、很顺利，都没有问题。哎，你上任以来，包括这一次出访，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所到之处，通通 OK， 没问题，是这样吗？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想这一个侨社的复杂度哈，我想我们都了解。对，那这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哈，那不因为政府的轮替或怎么样有所改变，嗯，那基本上这次我们的报告主要就是去重点在影响专案。你到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主要还是因为两岸的政治的分歧啊，嗯，对于侨社的生态所造成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一个冲击。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的问题。两岸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大概就是侨界、侨界之间，还有侨领、侨领，还有侨胞个人之间的一些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分歧，或者说一些他们不同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我想，那这个也是都一直都存在的。那分歧当中最严重的是什么？我想大概政治立场啦，或者说对于一些侨社未来他们的发展的方向啦，嗯，等等，大概他们内部有不同的看法。对，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都没有提出来啊？因为这你说你要团结侨界，你要凝聚侨界的向心力，这是问题啊。比如说你这一次出访当中，我们就看到洛杉矶的台湾同乡联谊会，他就不去参加，为什么？
我想，因为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啊、你有去沟通吗？这个会后，我们都请我们的侨务秘书他们去了解。他其实会前，会前应该就有发出相关的讯息嘛。有，那你们有去沟通吗？有，会前都有去跟他们沟通啊。那但是我想，民主国家嘛，哈，他们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诉求是希望这个我们新政府能够去这个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吧。大概是九二共识吗？一个是两岸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个政府对于这个核电还有美国猪肉政策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嗯，那么另外他们也认为总统在巴拿马啊运河上签名台湾总统，他们也有所这个质疑，大概等等，这些有一些跟政治性是有关的这样。他们应该没有提九二共识吧？他们对于两岸关系，他们也希望新政府能够讲清楚。对嘛？对嘛？他并没有讲说，是他只是说蔡总统讲的是维持现状。是是。他们想知道，那他到底维持了什么现状？是是。他也提到说，他们希望他这个蔡总统是能够接受中华民国嘛？是，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些应该不至于很难沟通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如果说内部没有办法凝聚跟团结的时候，你要在侨界、要在外交这部分有多大的突破啊？坦白讲是很难啊。是，所以为什么我说你的报告里面都没有把这些重点提到？你不能只讲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大家都会讲啊，对不对？是，问题在哪里？你能不能解决？你要提出来。好，我们都知道对外还有侨界，这个本来我们也不希望分蓝绿。但是他有没有存在蓝绿？有嘛？可是就看委员长你的高度，跟你处理的态度，能不能化解这些问题，变成你的助力啦？是这样，你才高明嘛？是，这也是我们所期待、愿意看到的啊、哦。因为我有接到一些侨胞的陈情啦，就是说改朝换代之后啊，侨委会只看绿不看蓝，这是他们的说法。好，我只是一五一十转述而已。那我们当然是期待说，侨界不要去分这些，但是政府用什么态度来处理，当然影响到他们如何来看待政府啊、面对他们的态度嘛。所以我在想，这个请委员长这方面应该多努力一点啦。是是啊、哦。那除了两岸的问题之外，如果说这是属于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内部的，如果内部的问题没办法化解的时候，那两岸的问题就更困难，而、外交的问题实际上就更困难。是，好不好？我想这个是。在你这一次出访，我想你已经第一次遇到已经有侨社哈，或者是侨团他们，表达他们的不认同跟不支持的，所以未来我们希望你能够努力去化解啦，因为毕竟我们不愿意看到它分裂，是，好不好？我们来努力。第二点，这个刚刚很多委员提到台塑月钢的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对，好、哦，那更巧的是，你今天你的报告后半段你有提到擘画新南向政策的侨务策略。这个策略里面啊，你自己也写到说，要强化台商联系服务，鼓励跟主流结盟关系。我是看不太懂什么叫鼓励跟主流结盟关系啦，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说，你要强化台商联系服务，联系服务。我请教月钢的事情，到现在你们有去联系服务吗？这个我想跟委员报告哈，这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派出在胡志明市的侨务秘书哈、嗯，在馆长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持续的跟所有台商社团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了解他们的情况。到目前，你们觉得这个案是如同外交部跟经济部所讲的，这是他们的企业责任的问题吗？就这么单纯吗？就是一个单纯的企业责任问题，是这样吗？然后一个企业责任的问题，我们去投资了105亿，最后换到现在是5亿美金的赔偿，7分钟的道歉，然后我们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不管是说不要讲介入啦，去帮忙，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不帮忙就算了，你要在旁边讲风凉话说，哎，这个就是你们自己企业的责任，你们要去投资，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要注意当地的人家对你们的观感跟形象。哦、要注意企业责任，注意环保问题，他们不知道吗？事情有这么单纯吗？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这个侨务同仁在第一线哈，跟这些台商领袖啦、台商朋友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哈。当然，台商朋友的反应，他们也是觉得这个事情的处理，他们也觉得蛮奇怪的哈。那他们那既然奇怪，我觉得政府各单位不要互踢皮球。是我们问外交部的时候，外交部就推给经济部；问经济部的时候，经济部推给企业。那现在问你侨委会，你就说感觉上有点奇怪，但到现在你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奇怪。既然奇怪，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专案，好好去了解？耶，毕竟是3400亿台币的投资，哎，这里面不只有台塑、哦、中钢有投资25%哦。是，啊，我要问我们的政府哦，中钢是国营企业哦，中钢投资了25%哦，平均他们算下来，如果中钢10000人的话。这一次他们就赔了45亿了，赔了45亿了，平均每一个中钢人要赔35万。我跟委员报告，这个礼拜六哈，那么亚洲台商总会在台中市，召开联会啊，那我想我们都会去跟他们来座谈，针对这个案子也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啊，看看有什么建议。这个后续可能衍生的，不管是说像上次那个排华事件。或者延伸出来，当地民众也好，政府也好，是对于台商的观感，还有对于台商在其他方面，我想不只是说对当地可能造成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可能还包括其他的哦。是，我觉得这个非同小可哎。是，啊，如果说我们的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袖手旁观，我请问你，你如何带领这些企业南下？你如何带领他？你现在新南向政策，哇，我带领企业来投资啊，结果遇到问题，然后丢多等你，也不管。今天不管台塑或者中钢在越南的投资这件事情有没有涉及到当地的违法，我觉得那个都是可以将这个问题啊彻底厘清之后再来讨论。但是当我们的主要企业在那里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而且这个是跟政府在做谈判哦。他不是企业跟企业，不是 B2B 的谈判呢，是 B2G 耶。是。那我们的 government 呢？我们的政府呢？我们在越南有代表处，我们有经济组，我们有外交部，我们在越南投资是之前还曾经排名过第一位，然后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侨委会，你们在台商联系上面，你能接受吗？这个我想我的看法感觉跟委员都是一样的哈，我认为我们不能接受。那我想我们会跟台商朋友，我们这个周末我们会跟他们座谈。因为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我举个例来讲，现在中钢到印度也踢到铁板了，未来踢到钢板了。啊，中钢到越南投资啊，现在也踢到铁板了，所以企业要走出去。政府如果没有在后面协助的话，坦白讲，很困难了。台商真的很厉害啊，都是单打独斗了。是，那你不可能在这一些不是自己的国度，说都很顺利，不遇到问题，在国内都遇到这么多问题的，更何况你到国外去，所以这更需要我们相关部会的帮忙跟协助。是，否则设计师管处在外国干嘛？对不对？所以侨委会你们负责台商的这一块，虽然说外交跟经济这不是你们负责，可是都相关。是，你们应该以台商的角度哦，结合台商会跳起来，结合外交部、经济部，赶快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去彻底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了。越南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啊，台塑到底哪里没有做到？还是说都已经做到了，被敲竹杠？我们不能排除啊，搞不好他无辜的，为了后续的投资，只要忍气吞声啊，因为政府不出来帮他讲话啊，或者政府去讲了没效，那也可以跟大家讲啊，越南政府根本不甩我们啊，那以后要不要继续投资这个国家，要考虑啊，是，对不对？最后一点，我想跟这个委员长啊，我也是期待啦哈，你是因为你有提到嘛，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我们台商很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设管。没有办法设处。今天外交部也在检讨说北欧啦或者哪里这些效率不高的管处 ，OK 可以检讨，但是这些资源怎么样 relocate 到需要的地方？所以这个侨委会也可以帮忙，你怎么样
集合这些台商，台商跟当地政府一定都有管道，这些管道怎么样充分运用，去说服他们，去拉逼他们说，让我们到柬埔寨来，柬埔寨来设一个管处，啊，到缅甸来，到寮国来，这些未来台商想要布局的重点，你透过他们跟政府谈嘛，可以吧？这侨会可以带领啊。是，我想我们会来强化我们的这个侨务人员的部署，的部署，好不好？好，我们会来。这些事情如果你做得到，就证明你侨委会存在的价值。价值是，不然有些人想要把你们废掉，是，好不好？好，委员长，好，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来，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政委员。主席，可以麻烦吴委员长。罗委员早，委员长早哈，辛苦了，谢谢。我们先确定一下哈，到底台商的业务或台商权益的保障是不是侨委会的责任？谢谢委员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对啊，因为我搞不清楚啊，现在很多部会就是说外交部的、庭馆长的，有时候是经济部的，有些侨委会的，到底我们现在政府里面台商的权益？台商的保护是谁的责任？我想台商的权益跟台商的保护，我个人的浅见，当然我们政府每一个单位都责无旁贷，每个单位都有，就表示没有人在负责啊。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一个概念，我是觉得应该是存在的，就是说经济部对于海外台商的投资辅导啊，属于这个投资这一块，还有这个，我觉得经济部要去协助他们。那对于台商的保护，我想外交部这边要协助他们。但是我们侨委会做什么？我们侨委会对于台商的这样的人脉的建立、心理的一个辅导、諮商，这个是我们侨委会在做这块。那统一指挥是谁？我想外管馆长统一指挥领导。对，因为外交部毕竟是他的管处比较多，人员比较多。是是。经济部其实没派多少人在外面了。对。侨委也没多少嘛，对，所以照理讲应该是外交部嘛，是，对不对？可是侨委会既然你们重要工作之一是台商的部分，是，你们是责无旁贷的，对。先问一下啊，这次总统出访到巴拉圭，东方工业区的问题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吧？我知道。那本来有传出就是说有部分的台商或当地的这个侨商要去抗议总统，是，后来有处理，有事前处理，那不会有后续的吗？我想这个问题，我的了解，当天侨宴的时候，大概相关台商已经把这一些资料都当面面呈给外交部部长。对，那我们工业区的产权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我的了解，这个问题还在司法诉讼的阶段。那你知道我们有几位前官员，这个国会的前官员还被巴拉圭政府通缉吗？你知道吗？这个我不知道。司法通缉哦。这个我不知道。好，因为这个案子哦。这点我们当然会请外交部来处理，但就是这也不涉及到我们当地侨界的复杂性的问题。是是，请委员长要特别关注一下，好不好？谢谢。今天很多委员都要问到所谓月冈污染的事情哈，您知道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很多担心所谓寒蝉效应已经出现了。是。您知道那个阿拉伯国家石油已经撤出了，他本来有个很大的投资案已经撤出了。是。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侨委会说，或者是政府部门有没有去亲自向？台硕去了解怎么回事，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一个部分应该是属于经济部。就你所了解有没有？我们侨委会目前我们只针对我对于我们所有台商朋友他们在那边的安全，他们那边的现况，以及我们跟台商朋友。好，那你所了解的，你们侨委会去了解的，当地的台商目前的情形或心态上是怎么样？认为这是个案，还是觉得说换了新政府之后，因为你知道他是因为政治的转变了，是越南新的政府新的政治转变之后，开始有一些过去一些亲中派亲美派的这个争夺，开始很多台商过去培养是过去政府的交情跟关系，现在因为出现新政府之后，开始出现断了线，开始担心他们的企业产业会出状况，您知道吗？我们跟台商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哈。那么台商朋友目前对于月冈这个案子，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呐哈。没有特别的反应。对，但是我们问他们说，在那边安全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顾虑哈？我们侨委会比较注重这一块，就是海外侨商的安全的问题。但他们说目前他们安全无问题。可是你知道外交部已经发出警告，是要我们台商注意，可能会有第二波或未来的所谓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会出现。是。
这个台商所以是外交部杞人忧天噻。没有，这个我想外交部这样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目前越南政府他在处理这一个，我们也不止台商，还有其他外国投资来讲，他们现在因为可能他们整个国内的一个政经这个投资环境也在转变，所以会有一些变数。我们的台商大家也在密切注意这样未来可能的发展。其实哦，南向政策是我们最关切的一个焦点。是，月冈污染事件会对整个南向政策冲击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因应的东西，是包括当地因为政府的变迁或变化所带来一些政经环境的改变，是这个政府一定要做准备的。是的，是的。最明显的例子啊，好，我们跟越南有没有投资保障协议？这一个东南亚十国里面，我们哪些国家有投资保障协议？有，我们跟越南有投资保障协定。那这个东西完全没办法处理，所以那保障协议是空的喽。这个可能 要请教经济部或外交部。对，所以我知道了，这业务是在经济部，是是，但是侨委会一定要知道，是每一个状况一出现之后，到底你们应该主动来建议或是要求外交部来做一些相关的因应做法，因为我们现在推动南向政策，最怕就是因为这个个案会带来一些冲击，不论是寒蝉效应，或者是所谓骨牌效应的问题。是，事实上部分媒体也去点出这个问题所在了，也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个案。是。因为越南新政府既然有可能对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台塑来开刀的话，谁知道对其他的中小企业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出现？是，的确这一块我特别提醒，小辉这些几个委员都提到，表示这个问题大家都引起关切了。是，好不好？好，谢谢。那个委员长在你的报告里面提到几个哈，未来我们新南向政策啊，可能侨务的一些策略的做法，我来请教一下，是未来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做法哈？好，第一个你提到倍增侨生的部分。你这边倍增是几年要倍增啊？我们希望未来四年，就你的至少你的任内了哈。对，我的任内就是四年倍增嘛。对，就是有关侨委会所负责的侨这个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技职辅导那个技职辅导那一块、对，就是。那我先请问一下，青班八月底九月初新的学期开学了，来得及吗？没有，下个学期、那个、下个学年有没有任何的做法？跟罗委员报告哈，那个他们我们现在开始在招生，大概是明年三月报到。所以侨生不是从九月八月，那是侨生。我们现在侨委负责是海青班，就是海外青年技术培训班。那是短期的嘛？对，那是两年。对，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所谓学位班，这个所谓的一般侨生来台湾留学这一块，那一块是由教育部来主导。对，但是你们要鼓励啊，对，我们也要推动啊，有没有一个目标？你的侨生倍增不是你讲的是海青班是吧？我们讲海青班，所以你倍不是一般侨生哦，不是一般侨生，所以用语是错的啊。是，应该是海青班。那我误解了、啊。对，你们报告上面写是倍增侨生啊，所以是短期的海青班。对，短期海青班，我们希望能倍增。那侨生的部分呢？侨生的部分可能要跟教育部。海青班没有学位嘛，对不对？没有学位，他只是在职进修，进修嘛，有一个证明，学习证明。可是侨生的部分，这是一个重点啊，因为过去一年你讲了二十几万侨生，就是过去在台湾拿学位的，是这些侨生嘛。对，所以你们已经不是倍增侨生哦，我们是倍进海青班的人数哦。海青班的人数。那这块你们有没有跟教育部联络过？协调过在侨生这一块怎么样成长有没有？我的了解，我想教育部应该他们也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能就你的了解呢，这个侨生是你们重要工作。既然二十万侨生不是你们培养，这变成你们业绩耶。我请我们这个侨生处处长来。你们讲二十万侨生是过去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所谓什么？我们这个侨务工作的基础嘛。是。可这不是你们业务啊，这是教育部啊，这应该教育部来报告啊。应该都有。因为这二十万人里面有包括海青班的学生，对啦，但是相对人数比较少嘛，相对人数比较少，所以还是强调一下，你的侨生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努力一下，跟教育部协调一下，怎么样增加侨生这一块，尤其东南亚这一块，是，好吧？这个八月份，我想大概国内有100所大学都会到马来西亚去办招生展览，因为很重要，因为少子化的问题，是国内的很多私立学校，很多学校也缺乏更多的招生来源，是，所以这一块绝对是可以互双赢的了哈，对国内的教育事业是产业也好。对我们侨务工作绝对是有加分的，是。另外，协助跟辅导台商的部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双向的部分？一个是出去的部分，一个回来的部分。台商的部分，招商回来台湾投资，侨委会有什么策略没有？我想我们的策略非常的清楚，我们几个工作方向，第一个，我们对台商的一些企业经营的辅导。我们持续在做，包括他们回来，我们侨委会班回来受训，包括我们派专业人士到当地去给他们上课，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对于侨商怎么样跟当地主流社会的人士的企业界结合这一块，我们一直很重视，我们也指示我们的这个侨务秘书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希望这样的能够跟主流社会结合的话，有助于把主流社会的资源带到台湾来，看到没有？对，走出去是一块，另外是拉回来的部分，这块是一个重点哈。是是，委员长，你们自己有没有个期许？希望在你任内能够把台资，就是那些侨胞了哈， 回来台湾投资有没有一个目标？其实我知道你们之前曾经在努力澳洲有一些台资要回来，对不对？ 是。后来没有成功嘛，对，因为国内的配合的问题。是。自己有没有一个目标设定？就希望你任内能够引进多少台资回来台湾投资？诚实的跟委员报告，我不敢设定这个目标哈，因为这有很多变数，这个变数可能不是我侨委会可以去掌控。我同意啊。但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做这个工作。OK。扎根华教的部分了，这个孔子学院那一块你们怎么因应，我会问了哈，最后再请教。最后最重要的，侨胞的确有老化的现象，是第二代侨二代也好，或侨亲也好，绝对是未来一个重点。因为从美国这次过境也好，或者说在巴拉圭，很多第二代他不会中文了，甚至对台湾的认同一定会降低，这必然的结果，因为他在当地出生长大。是。这一块绝对是未来侨委会一个要努力的方向跟重点，是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经营侨务工作，因为这些人他对当地认同，事实上他就是在地人的啦。没错，没错，就好像我们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你要认同中国大陆也是很奇怪的，但是那个经营的方式跟策略一定要有所改变。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旧的思维跟旧的做法。是，这一块有机会我们未来再继续再讨论一下，好吧？好，谢谢文长，谢谢委的指教。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廷飞陈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委员长。陈委员早。委员长早哈，委员长，我相信从520之后。我们的希望说，我们过去在侨委会可能做的比较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觉得侨委会的功能性的部分，我们应该把它加强。所以记得在上一次我曾经跟你讨论过，我们一些侨务荣誉职的部分，它的任期虽然是3年，可是呢，我发现从你们给我的资料里面。发现说有些是超过3年，那你们就给我一个回复说，这超过3年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因为在6月、12月任期届满，因为时间上的差别，有些是到8月，所以为了要他能够有统一性，所以6月、12月就把他在8月再延长到12月。好，这个是你们的一个说明，可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把你们所有的任期看过？我都接受你们的说法，可是问题是你们自己自打嘴巴啊！在这里面有多少是8月份到任的？有多少是8月份到任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你就把他调整他的任期，让他在6月、12月做一个比较统一性的处理，然后其他的？却还是留在8月份到任，所以你们的说法不一啊。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我上任之后没有这种情况，那大概这都是前政府他们的一些考量，我是不是可以请我的副委员长来针对这部分跟委员做一个恳切的说明。 好，请副委员长。陈委员早，我跟您报告，您有提到说有几位是8月底到期，为什么延到12月？那是因为说配合整病，那我们也详细查了资料。副委员长，我已经说你这个理由是不存在的嘛，我接受你们的理由，可是你们要编一个我能够接受的理由啊。你在8月份为什么在这一份所有的荣誉职里面有多少是8月份到任的？有8月的。那如果要整病应该是全部整病嘛，为什么只有部分你们挑出来那单纯的几个有被诊病，然后其他的没有被诊病，那你们的统一性处理到底在哪里？原则在哪里？还是因人而异？
没有因人而异，因为他是资料显示的就是因人而异嘛。每一年，所以副委员长，我不是要跟你争论这些，是，我要跟你讨论的是新的政府要有新的做法。今天你在面对过去的有一些处理不当的部分，不要用自己欺骗自己的说明，要企图欺骗委员，这是我没办法接受的。如果说你可以具体呈现嘛，到底他们每一个延长的理由是在哪里？你总是不要自己提出的理由，刚好自己的资料显示的自打嘴巴，自打嘴巴啊，你没有统一性的处理啊，所以你只是要附和我。我问你这几个为什么延长到十二月份，那你就针对这几个说编了一个理由，说为了整病方便六月、十二月。那其他呢？那其他呢？他们就不重要，他们就不用在整病的一个统一处理规范当中。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今天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说未来侨务委员会他的侨务事务怎么去推动，不要用一些我们没办法接受的理由企图搪塞我们，这是我提醒你们。另外一个部分，台塑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外交部推给经济部，经济部又推给外交部，然后侨委会是推给外交部跟经济部，这是错的，各自有各自负责的项目啦。台商是侨委会负责的，所以到底这整个事件你们了解多少？如果依照刚刚的答询是抹宅呀，几乎没有办法掌控，因为都是报派的，包括他到底有没有试车，他到底有没有试车，你们有没有 接收到这个讯息？这个我们了解，还没有开始试车，刚刚还没开始试车嘛？对。对，可是报纸所报道的是，因为有试车，所以有污染。如果说是还没试车，然后就说有污染，这就有问题咯。那现在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七号台塑化、南亚、台塑、福茂及中钢，他们都同步公告说，他们现在针对台塑钢因为污染问题，已经同意支付越南政府5亿美元，新台币162亿，这是他们同步公告的，就表示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在处理。他们也同意，那这个同意是真的有污染的同意，还是被迫同意？这个我们也要清楚，因为真的会有寒蝉效应，台商会担忧，是不是现在越南政府有什么样政策的改变？越南政府他到底对于台商的投资是持于善意的，还是现在是用政策性的一个处理，逼迫大家不得不低头，这是台商会担忧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侨委会所扮演的角色，你要去了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外交部或是经济部，而是我们站在台商的关心。当然企业的投资，经济部、外交部，可是我们台商的关心，我们侨委会也有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个部分，请我们委员长去了解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已经同步公告，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了，同意要付给越南政府5亿美元，162亿。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有污染而被迫付这一笔钱，还是不得不在越南政府的压迫之下不得不低头？是，哇，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必须是了解清楚的。好，委员长，这个部分再麻烦一下。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我觉得应该要清楚了解台商现在的状况，因为包括我们未来的南向政策都会有一些直接的一个影响效应出现。好，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作为。我再请教我们的委员长哈，院长，我知道说我们现在基本上侨务委员会议每一年我们都有编预算，是，那我们怎么加强侨务委员会议的功能？我们每年所编的预算不低啊，
如果依照104年跟105年我们看到的预算，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在105年是1372万，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再看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比较功能性的加强。委员长有没有什么想法？是我们今年我们在思考，就是说因为以往侨务委员会议的举办大概都是一定的模式哈，一定的模式，那我们现在在思考看今年侨务委员会议能够办得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更有效率，更有意义。我们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有意义？到底侨务委员的建议，到底我们这个平台怎么搭起来？我觉得我们要去加强它的功能，而不是每一年好像感觉我们就是请大家来开一个会议，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形式上一个做法，不但是他给我们侨务的建议，还有各部会的建议，没有办法达成他的实质状况，然后就是这样子每一年一次，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多多利用啦，是侨务委员会议的功能啊，是好让他加强一下，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外交，还有可以透过我们的侨务委员怎么去加强我们双向的一个外交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每一年也编列了一些国外旅费，包括我们出国视察啦、访问啊、开会等等，光105年我们就编了2584万。那但是呢，我们调出去过往我们所有的出国的一个报告，回来都要写报告嘛？是 是, 是。我们的法令规定回来就是要写报告嘛？你们的报告里面有公开、有限阅、有机密三项，那结果我们发现每一次写出来的报告，公开的部分都只有占20%以下，甚至在103年才占了6.78%，104年公开哦，可以让大家来看监督的哦，在104年有多了一点点，占了20%，我们就很奇怪了。如果说今天我们去做一些侨务委员会议相关或是一些外交了解侨务委员的一些状况，它应该是可以被公开的啊。是跟委员报告这边的数，我们的数字好像跟你那边有一点落差。我们这边是，这也是你们侨委会的资料啊。我这边105年有出国报告25件，24件都公开了，只有1件机密没有公开。所以我想我们私底下跟委员再来报告，看到底哪边是有落差，好不好？这也是你们侨委会的资料啊，到底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你的资料跟我的资料又不同？是这个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不是要谴责任何一个人，我知道。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侨委会，我们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新的不同的做法，包括可以公开的让大家监督的，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侨委会在做什么事。即使出国，我们去做一些参加各地侨团的会议，还有去参加各国侨团的一个文艺活动，这些都是可以公开的啊。是，而且就是外交啊，多棒啊，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做法。好，好，谢谢，谢谢委员指教，谢谢。我们请刘世芳委员质询。劳烦请吴委员长，谢谢主席。我们请委员长。刘委员早。是，委员长上任还不到2个月哈，那可能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哈。那尤其呢，完成第一次我们蔡英文总统出国啊，确实也非常辛苦哈。那在这次这个完成这个音响专案有关于侨胞的这个宣慰的这个功能上面呢，我觉得从我们很多以前啊，过去8年当中啊，已经就没有参加侨宴的很多我们的侨胞来讲了，他们是非常的高兴哈。是是。更何况有很多人啊，从非常
远的这个地方啊，西家带眷过来哈。所以事实上呢，我们的侨委会不管这个大大小小，应该啊这次是卯足了劲的哈。是。所以我想委员长再继续加油，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提出来啊，请委员长能够提供若干的资料啊。在鹰翔专案啊出去之前，其实我们在有一些地区的侨社啊，是不是被这个中国所谓的统促会，好来这个鼓动哈？发表声明也好，好，或是举行记者会，要求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要承认九二共识。啊，那个委员长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哈。我们不讲是哪一个点了哈。那我们的了解就是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我了解不止巴拿马哈，那么他们都有先开一个这样的统促会，然后把可能会参加我们侨业的一些传统侨社的大佬找去开会，然后劝阻他们不要参加我们总统的侨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统促会现在的组成活动，那找我们传统侨社的大佬是哪一些人，他们最后有没有在出席鹰翔专案的侨业？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他们并没有接受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还是参加了我们的侨业。有参加了侨宴，他们用具体行动还是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是，所以有好几次在大型的侨宴里面，我们也请传统侨社的大佬上台来致辞。是，主要也是这样的原因嘛，是吧？是。所以事实上，我们原来已经有感受到说，他们这个对岸中国大陆在做统战的工作，那侨委会也做了这个若干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制的工作了哈。那这一点呢，其实侨委会的这个功劳不可灭哈。谢谢委员。对。那同时呢，我也看到我们有一些运用这个预算的部分啊，在这一次我们运用预算当中啊，每一个侨胞出席呢，大概花费到的是1500多块，是跟马英九总统上一次，也就是今年年初出去的时候呢，花费的2200多块，减少了1/3以上的这个花费。好，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非常不简单。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新政府上台之后呢，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领导，而不是说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愿意来的话呢，就是收到篮子里面都是菜。好，我想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我还是要给侨委会来加油哈。那但是再后来怎么办？我们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呢，这个侨委会的经费就不够了，怎么办？我想我们面临的情况跟外交部都一样哈，就是说，如果国家元首如果还要再出访的话，大概我们要办理侨宴的这个经费，大概就会比较拮据一点。那包括副总统如果要出访的话，你们也会有这种困难？副总统的情况可能稍微比较单纯一点，比较单纯一点，比较单纯一点。他跟宗教相关哈。是是。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想要请侨委会是不是可以来深思熟虑一下哈？是。就是我知道说我们在国外的侨领啊，其实他们的经济都不会是困难，好，他们其实还是当地呢相当这个事业有成。那如果他们心向着这个台湾的话，其实他们参加侨宴也可以用自费或是募款的方式。譬如说我们这个侨居的居民侨民最多是在美国，美国这样一个大的民主社会里面，参加任何活动买这个募款参券自由来入场，其实是可行的。而且更可以彰显出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国家里面啊的一个向心力哈。那不要每一次都说啊，你来啊，我请你啦哈，他们会觉得说我从事的都是高科技的工作，我可能是医师、会计师、教授等等，我为了50块不到一张的这个美金，然后还要再去分配名额，一定要这样吗？可不可以改换一下我们这个方向？报告委员哈，我的了解，以前的侨宴都是由侨胞来领的。他们来认桌出钱，但是最后好像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才改成最后就统一由政府来买。但是还是可以朝着这方向，我想你都了解哈。是。我们的总统啊，对于我们的若干邦交国，我们已经舍弃了所谓撒大钱的这个外交的方式。那如果我们为了在收拢侨民的心，不是用价值，不是用民主政治的方式，然后还是用撒钱的方式的话，其实都不是好的方向。所以我建议呢，这个侨委会呢，可以就这方面呢，可以再做一下我们的检讨的方向，好吗？好，我们检讨，我们来检讨。我们希望质量并重，是。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些人明明就是常常跟中国的这些来往啊等等这些，然后碰到时间呢，为了被踏一挂人手。啊，你若叫伊来，啊，但是这顿食了了，一起同讲的都讲无同款啊，都支持中国统一去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侨宴的工作其实白浪费很多功夫。是。
好吗？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啊，给这个我们委员长来参考哈。谢谢。那同时，刚刚我们好多这个不同党派的议员委员呢，也都提到有关于这个台塑的案件的哈。我是建议啊，如果我们的第一线，我们的侨社的同仁知道有这种状况之后，要赶快回报。不要让我们在立法院里面问了经济委员会也不知道，问了外交部也不知道，然后觉得我们好像都在推诿责任，而是事实上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的方案来处理。确实不只有寒蝉效应，就我所了解，这是一个类似一个勒索的状况，这个勒索不会是只有第一次，而且下一步有可能还会有人在发动上一次类似越南排华事件的部分。那如果我们不赶快往上报的话，不管我们有没有签所谓的司法互助协定或是投资互助协定都没有用的状况之下，那我们自己的侨民在越南的安全啊，也不是我们侨务秘书就可以马上整理出来的，马上处理出来。我们也不希望有尴尬的状况，就是真正碰到有危险有暴动的时候呢，所有的侨民跑不到，我们找不到我们自己人帮忙，就跑到中国的这个我们的外交机他们的外交机构去了，这是非常尴尬的状况。我不晓得委员长有没有其他的因应的想法。谢谢委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哈。我想这个各部会之间都有一些原则性的分工，有时候我们侨委会也担心会捞过界，对别的部会也不太好意思。我想我们也诚实跟委员报告，我不赞成。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在第一线的时候啊，没有人啊会因为说谁捞过界，而是说赶快把事情处理好，因为涉及到我们自己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啊，没有所谓的先后次序，好吗？是，我想我们跟委员报告，就以后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情况，只要有任何的一些情形，我们立刻就会通报我们外委会的各位委员，让你们大家来了解。不是不是，不是只有通知我们自己的立委，让我们了解资讯上，而是说我们内部怎么样赶快做及时的处理，因为已经牵涉到紧急的案件。是是是是，应该的，应该我们会努力。好，那另外呢，在你的报告里面有提到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侨生啊，来台湾的侨生的这些人已经有超过20万人，这些还可以再联系回来吗？跟委员报告，这20万人应该是过去这50年。我知道，过去这50年，我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了。第一个，他们对于台湾呐、过去的成就也都非常的了解哈。他们的第二代，或者是说愿意欢迎我们的人在过去那边投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连结管道。更何况他们熟悉台湾用的这个语言跟文化哈，那同时呢，你刚也提到了相当多的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配合哈，我会再建议一个部分，除了教育部现在有若干我们国立大学要到我们的这些新南向国家里面去招生之外，等于是我们先打出去，不要等着被动的来回应。我建议啊，可以跟我们的内政部移民署或者是交通部观光局啊，第一个，台湾有太多新南向政策国家里面的外配。他们这些不管是第二代或者是他们原来的母国的国民呢，跟我们台湾之间互相可以互相往来的文化，然后可以有产业效应的就是观光。是，除了我们能够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但是怎么样把语言上的障碍转变成观光的价值，侨委会呢可以扮演第一线的一个先头部队，然后让内政部的移民署或者是说让我们的交通部的这个观光局来做这个配合，譬如说我们有新南向政策国家国内外观光旅游的这个倍增计划。是，我想这个对国内的观光也好，或是对到那个新南向那边多多了解这个两国不同国家多元国家里面的族群文化是好的， 是好的哈，只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好，因为就我所了解，我已经有请我们的劳动部对于这个不同国家的语言的观光导游啊，不管他是在台湾担任那个外配，或者是他在他的国家里面可以互相来沟通。是，我想啊，这个建一个大的钢厂或是大的工厂确实没有那么快，可是软实力的交流也可以促成另外一种产业或者是其他推动经济发展的策略。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很多在新南向政策的侨领他们都心有戚戚焉，也知道怎么推广，所以希望说侨委会可以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侨务秘书，也希望我们很多侨务委员能够多多来支持我们侨委会担任这个先头部队的角色，好吗？好，会，好， 好，谢谢哦，谢谢委员，谢谢，帮忙，谢谢。谢谢，好，我们请徐志荣委员。
谢谢主席，我想请委员长。委员长，委员好。委员长您辛苦了。谢谢委员。从上次我们外交部长答询的时候，就知道这次的音响专栏是很成功的了哈。是。那在我们侨委会这边，首先在您的这个报告里面有两点，我也觉得很感动的。是。第一个是在阿基的那个跑了3000公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高速公路了。如果单趟1500公里的话，时速算他100的话，也要单程也要15个小时。是是。然后另外一个感动的也是说，103岁的这个黄蔡女士的出勤了，这个出席的哈，这个是确实很感人的哈。不过我在这边鸡婆一点也好，不一定也是画蛇添足的。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有写很多很感动的啦，不远千里而来，振奋莫名。如果后面加一句喜极而泣，哎，这个感情不是就更好吗？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家长来这么远来，看到高兴的都哭了啊，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报告可能更有一点效果了哈。然后想请问委员长的是说，在洛杉矶的时候，44梯次的这个合照是气氛落落无法停止，44次梯次照完了以后无法停止，是到后面是大家都有照到了吗？有，这跟委员报告，因为当天有85桌哈，每两桌就跟总统合照一张，两桌一张，所以85桌除以2，大概就是40几次这样。40几次照一次，应该少说也要1分多2分钟了。是是是是，44梯次照下来，可能也要1个多钟头喽。那跟委员报告，我照完之后头都昏了，头都昏了。头都昏。在这边一个小小的要求。委员长，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不管哪一梯次，你有没有相片可以送我一张？是，因为这个是总统府那边在处理，我想我们会跟总统府这边来联系看看。哪一随便哪一张就好了。是是、啊、我是看看侨胞跟总统的大家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情形大概是怎么样的哈。是，好好。然后主要我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哈，我们。总统到洛杉矶的时候是大概是几点？当地时间也没关系。哦，他四个站每个地方到达时间都不太一样。我知道，我现在是说在洛杉矶、嗯。那洛杉矶他是当天的好像是下午，当天下午3:55，哎，抵达洛杉矶机场。3:55哎，3:55。3:55，那6:30我们才开酒会。因为洛杉矶机场到那一个旅馆，因为洛杉矶现在的交通状况非常的拥塞，所以大概就走了1个多小时。那我现在就请教说，我们那天呢、啊，刚好发生这个熊山雾社的这个事情了、啊。是，照这个媒体的报道，应该总统是在事发以后10分钟左右，可能就是当地的时间5:30左右，知道那个。事情发生，啊，总统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委员长您知道吗？这一个，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的了解，这个我们国安会的吴秘书长就在积极的处理。那在乔宴的时候，吴秘书长有来跟总统口头报告，因为我坐在总统的旁边哈，大概有约略听到。那整个晚上的乔宴，吴秘书长都没有参加，都在积极的处理这个问题。那总统也有指示要立刻处理。乔宴的时候，乔胞知道这个事情吗？不知道。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讯息都应该有的才对。因为乔宴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哈、哦，因为总统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嗨。哦，那这个属于国安的事情，由国安会他们已经在处理。当然，这个是国安啊，或者是国防部的事情啊。我在这边所要请教委员长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国内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是
在我们委员长的这个立场，应该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酒会的还是乔宴的时间稍微慢一点？那为什么到后面事情发生了四个多钟头以后，还开那个国安会议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来召开呢？事情发生了四个多钟头再来开，当然也不是委员长您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那些委员长您安排的一些跟那个侨界的这个宴会来是怎样，应该先召开这个国安会才对啊，这个应变的事情才对啊。跟委员报告，我的了解就是在第一时间，这一个总统跟国安会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总统就指示国安会秘书长吴秘书长就去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吴秘书长没有参加侨宴，所以还是在处理。指示了吴秘书长，他就很放心的跟大家吃饭，跟大家合照。就很放心了。没有总统，因为在侨宴上不是只有侨胞，还有总统那时候他还是三军统帅权还是在他手上呢。是我一直讲的，我们会误射，对方也有可能会误判呐、啊。是是，当然他如果飞弹打过来，那不用请示总统了，那个我们的防空飞弹当然要去防了。是，那问题是说打过来以后，我们是不是要打回去啊？那可能也要总统授权才可以啊。你吴秘书长，你在那边处理，所以我刚才要跟你要那张相片，你有答应我，你要给我。是，我是看看我们总统跟侨宴的时候，跟侨胞大家的互动，是不是有这个临危不乱，这个处变不惊，这个大将之风。国内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交代吴秘书长去处理，我就可以神情自若的跟侨胞们大家有求必应，每一桌拍到拍相片拍到底，四个多钟头以后再来开这个国安会议。委员长，这个也不是你的事情了、啊。我意思是说，应该这么紧急的事情，应该都要。不然你后面就不要开那个四个多钟头的那个国安会议，要么你就在前面就先开，你在后面四个多钟头以后再开，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的。有时候人家讲的，我们在第一时间不怕一万啊，只怕万一嘛，哈。那这个就到此为止，这样就好。如果说系统性失灵了、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系统性失灵的哈。院长，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奥运 Olympic 在八月五号就要开幕了，而这个奥运的地点也在巴西的这个里约嘛，哈。我们的代表团也好，记者团也好，那个阵容也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想说，一定到时候啊，要侨界啊帮忙。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巴西，他可能进度也还没赶上。国内也有兹卡病毒，听说一些身价很高的一些职业的运动员，他都不敢去，他怕万一染上这个病的话，他一辈子的这个职业生涯都没有了，也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的总统也遭弹劾，那个政治动荡也不安。前一段时间还有报道，还有被抢劫。还有很多的那个事情发生，治安也非常的差，所以说我们的队伍去那边以后，我们势必一些医疗的方面啦、啊，当然食宿他们当然会提供了一些医疗的啦、交通的、等等，我想说我们可能就要拜托我们在地的这个侨胞、侨社，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要他们帮忙，因为出门在外总是安全第一的哈。尤其他现在筹备的也不是很好，前一段时间连在他的首都都还有打劫那些的事情，所以说除了安全以外，我们的外管当然我想说人力也有限，所以还是要拜托我们在地的侨胞。一方面注意安全，当然他们在地的人什么地方
可以去观光，走一走，赛事以后什么地方比较安全，可以带他们去导览导览，好，可能就是要借助我们在地的侨胞的这个力量，所以说，郑龙在这边建议我们委员长到时候请我们在地的侨胞多多协助我们的代表团，除了比赛的时候去加油鼓励以外，也要帮他们注意一些周边的安全的问题，好吗？好，谢谢委员。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巴拉圭的时候，巴西来的这个圣保罗来的侨团侨领就已经跟我讲了，就是他们会组织这个志工来接待我们的这个奥运的代表团，所以我想这个委员可以放心。好，好吧。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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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吕玉林委员。那在马文君委员质询结束以后，我们处理临时提案。主席，请吴委员长。委员长，请。吕委员好。委员长，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讨论的，就是我们侨委会对于未来我们的整个在侨务工作上的五个大的重点哦。这个重点上，本席有几个建议要提供给你做参考，谢谢，要请你来回答的。谢谢。那你这五个重点里面，第一个特别提到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经过这个一些人的平台上来建立我们的一些地位哦。是。那这方面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要侨团、侨社，甚至于说我们的侨务的组织，很多这个侨务的组织啊，我们的一些委员都是荣誉职的，是，我们也可以经过台商的团体，或者是一些驻台的一些我们的校友们，也可以组织这个团体，一起来协助我们整个侨务工作推展，来并进。委员长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行的，对不对？是，好，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中华民国在国外的能见度可以来提高。是，那其他的这个事项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侨胞、我们的观光客在外国人身的安全。那很多的地方哦，我们没有设外管，是，也没有设办事处。那我们的观光客万一有事情，万一我们侨胞发生了有些排华的一些暴动，或者是恐怖攻击的时候，我们的人员要如何去安置救援，这方面我们侨委会有没有一个 SOP 的一个方式，有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国人在海外如果发生了一些紧急救难的事情，按照 SOP， 我们的外管都有一套 SOP 的紧急救难的机制。如果没有外管，如果没有外管的话，我想我们外管都会，譬如说有些国家我们没有管，也没有侨务人员，是，大概我们就会找当地的台商的领袖或是我们的荣誉职人员，那他们就会来支援帮助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哎，有这样做。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哦，是针对没有外管，哦，没有办事处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就紧急集合点。是，这个紧急集合点，我们可以请台商或者是我们的侨团侨社来帮忙，在各个据点设立紧急集合点，在这个集合点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物资啊，或者一些我们的粮食啊，或者水啊，来给他们。万一有暴动的时候，就紧急在这个集合；万一有排华的、有些攻击的，我们也可以留紧急集合点。这样子的话，可以跟我们台湾，可以跟我们的侨委会这边，可以来联系，不管是怎么救援的方式啊，联络我们的车辆去把他们载出来，搭飞机回来等等。这个紧急集合点，我们还可以把所有的侨胞照册来联络，不管手机的联络，他们要到哪里去集合，这样子的方式，委员长，您认为可不可行？我认为委员的建议是非常的好哈。那事实上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的了解，我以前也在菲律宾担任这馆长，事实上我知道每个外馆都有一个紧急救难甚至要撤退的一个计划，是，那都有规划好，那里面有 SOP， 包括怎么样联络侨胞、联络台侨、联络我们的相关的单位，车辆怎么安排撤退的路线等等，
应该都有规划。这个紧急的集合点呢、啊，因为地方大，你要设几个点。这个几个点，我们可以找侨领方面也可以来设这个点，对，准备了粮食、水。到时候我们造册，知道这些名单之后，哪些侨胞在哪个据点，我们可以请车辆去救援，去把接送或者搭机回来。这个安排的后续工作，我们这边侨委会一定要有这个 SOP 的方式，是这样子才能够安置我们的侨胞，在免于恐慌，能够有适当的救援，对不对？是，好，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些我们的侨亲。这方面、哦、那本席刚好昨天、在我们地方上就是有侨亲、马来西亚的、外侨来到我们这边读书，读一个方塾高中，他们是读餐饮科，那结合我们当地的文化客家的米食来这边上课，接受我们的一些文化艺术还有客家米食，他们刚好是学餐饮科的，他们毕业之后就直接读北商大，所以我对于我们这个外侨这个教育南向政策，包括这种教育方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希望不是他们来读，我们也可以去双向平等互惠的方式、啊、才能够让我们的侨育工作的推广跟宣传能够达到事半功倍。所以这一方面的话，我也知道说我们对这个南向政策这个教育方面的精进哈、哦、啊，这侨生会倍增，今年是800位，明年是1500位。那这个方面，委员长，你对于这个你们横向的沟通啊，包括你们侨委会，还有我们的国发会、经济部、教育部这一方面，你对这个教育方面，我们侨委会做这方面的后续工作，我们是怎么去沟通的？是。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鼓励了、哦、那事实上方塾三公的这一个您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侨委会主办的，我知道、哦、就是今年我们有加他，就是那就是3+4的计划，就是说这个海外的东南亚的学生来我们台湾读高职，读3年完了之后、嗯、然后他升科技大学、哦、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方塾高中也在我们的合作的，现在在招商中，被评选出来的，在招生，现在在招生，是 对，所以本席是在这边要建议我们的侨委会，因为我们的国发会、我们的劳动部有规定说，他们未来评点的员额啊有所限制。如果说他们在这边就学之后，他的学历有到硕士，有得到非常多的学历，有好的发展的话，但是他的薪资如果没有超过他们的评点37000块，是不可以留到台湾工作。那经过我们的全球揽才，那他的这么优秀的人才不能留到台湾，那我们又受到我们台湾的教育，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人才需要揽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错失了？那回到他们国家去的话，他会有所发展。因为本席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就是这种情形、哦、他们在国外的话没有办法，我们有一个学分学位的认证，所以他们不能留在国外，就一定要回到台湾。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培育我们的南向教育政策，他在台湾我们受到这么好的教育之后，他很优秀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薪资的考量上不要设定这个一个37000的这个高薪资的这个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好的人才留到我们中华民国为我们服务，这也是一个方向，是不是？好，跟委员报告哈，现在这个我的了解就是说，在去年底哈，今年初，大概这个劳动部跟侨委会跟内政部哈，已经对这样的一个侨生来台湾读完书之后留在台湾工作的评点制已经有松绑。啊，松绑，那就是两个这个双轨制，一个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薪资，如果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薪资，另外一轨就是松绑，另外一个评点制，就是你达到几分配点的话，就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哎，所以我们全球揽才，我们要把人才要留下来为我们服务。是。还有最重要的，本席也提过哈，像很多的新住民，他也就是台湾的媳妇，他未来教育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代，这第二代的年轻人。我们不管是外交部侨委会也可以揽进来培训，然后回到他们的娘家，就是新住民的娘家，不管是印尼、越南或者马来西亚，在我们南向的这几个国家去跟我们做一些互动跟交流的话，会对我们这文化
的根基，未来的工作跟读书会更稳定的做一个基础的发展，是也很好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式，对不对？是，跟委员报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些新住民的小孩，如果他们跟他父母亲又回到他们的原来的侨居国去了，我们可以延揽他们来帮助我们的外交。 是我们都会来有一些培训的这个计划，都会他们都会来参加，来回来台湾培训，培训完之后他们再回到他侨居国，然后作为我们侨务工作的推手。是，我们也这样在做，侨委会可以考量这一方面。是是，他是我们未来的第二代，也是年轻人，对，好好的培育。 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侨委会了，明天南海仲裁，就会答案揭晓。那后续我们侨委会有什么准备的工作？我想这个委员这个问题把我问倒了，因为怎么会呢？因为这个问题比较跟外交国防，你不要推给外交部啊。但是就像我们陆委会推给外交部，用传真就了事了，不是这样子哦。侨委会你有你的工作，你要好好的跟我们所有国外的侨胞宣导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太平岛的主权，对不对？是，这是您的工作啊。这个一定会，这个一定会，是，这个我们一定会做。所以如果明天仲裁出来的，你有很多的主权的一个宣导工作都在您的身上。是是是，我想我们会宣导政府的政策，那我们也会注意，因为这个事情说对于侨社可能造成的冲击等等，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好，所以侨委会，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主权是不可以被忽视的。是，所以这个工作你要继续的跟我们的侨胞来做好宣导。是，好不好？应该是。谢谢委员。谢谢，谢谢。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好，徐永明委员。谢谢主席，有请主委员长。好，委员长请。徐委员早。委员长好。其实刚才委员的质询有问到关于南海仲裁这个事，其实我会觉得你的回答就是我对侨委会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很多业务都可以说啊，这是外交部的业务，这跟我没关系。好，那或是有些业务比如说这样，我们看这个，好，这个委员长，这个贴纸熟不熟？我有没有看过这个贴纸？我没有看过，第一次看。英文看得懂吧？英文没问题。下面那个什么，它上面是越南人，我是台湾人，我来自台湾，是做20000份，这是2014年5月的时候，上次越南爆发排华暴动，为保护台商不受波及，这是外交部设计的，你当然可以说啊，这个跟我侨委会没关系，以越文书写，我是台湾人，我来自台湾的贴纸。供台商在工厂贴上，以让越南民众了解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避免在反中暴动中遭到错误攻击。委长，我为什么要拿这张照片出来，拿这个贴子出来？这是过去的政府，不论是在外交或侨委上最大的失败。我们的台商在那边以为人家以为你是中国来的，以为是北方来的侵略，他在反中的时候就来反台。这个贴纸是谁做的？这个贴纸是这个经济部了，联合外交部联合侨委会成立越南排华事件紧急处理小组来撤离台商干部。那为什么我觉得吕玉玲委员刚才问那个很重要？南海争议是牵扯到台湾，至少中华民国跟越南、跟菲律宾这些国家在主权上有争议啊。是，侨委会当然不会想到说，那如果南海仲裁出来，不会引发新一波的。这次不只是排华，因为台湾也有在太平岛有主张。侨委会有没有评估过，南海仲裁确立之后，不论这个方向是哪个方向，如果太平岛被宣布为礁，对不对？菲律宾或越南来宣布说这个我是有主权。这个会不会引发新一波的冲击？侨委会的看法是什么？你不要再讲说刚才的回答说这外交部跟我没有关系。
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我想我个人的浅见是这样，如果说这一个十二号这个荷兰这个国际法庭的一个仲裁结果出来，是把太平岛定位为礁的话，那我想势必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领土的主权，当然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冲击。我相信我们政府这个一定会做出非常这个严肃的、严正的一个回应。哦，那我比较从侨委会的角度来看，我比较关切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仲裁对于我们在周边国家的侨胞们，他们在当地国的权益、他们的安全等等会不会有冲击？我们侨委会会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不是密切关注，我想大家都关注。未来这个礼拜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上面。是。好，委员长，我这边要提的是，这里面牵扯的范围非常多。好，围礁、围岛，围礁我们不满意，围岛，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你努力的方向，好，你这边讲第十四页以后，全部在讲新南向政策的侨务策略，是，这跟你的策略，跟你未来的施政方向是会有一些冲突的，你怎么去解决它？我真的不希望这张贴纸再继续拿出来，而且这次还谈台湾，搞不好还变成焦点之一。过去花了那么多力气，我们设了侨委会，我们在外面还是要跟人家解释说我们是来自台湾，不是来自中国，还要做贴纸，结果在未来更进一步，台湾本身跟这些国家，委员长，这个外交冲突是绝对可以预测得到的。侨委会不能当作没有这件事，当作是别的部会的事。如果是别的部会的事，那我们需要侨委会干什么？你不能只是关切啊，你必须有一套因应的措施啊。相关在越南、在菲律宾，我们这些台商，你不止侨胞，你这后面十四页后面讲了非常多，都跟台商有关系啊。是，好，委员长为什么讲这个哈？再下一个，好，这个我们的宏观，好，我每次出国哈，打开电视，我都很希望看到我们的宏观电视台。好，可是很可惜，我每次看到的是 CCTV。好，我们这个扩及率如何？这边谈 APP， 好，宏观 APP 下载次数仅千人，这之前委员有咨询过。就我们发现，你有三个 APP， 结果人数更少，并没有怎么增长。好，有没有办法促进？好，我还不问下一个，脸书 CCTV 是我们想要区隔的，我们当然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竞争对手。可是我们看它的经营，好，宏观脸书经营也输 CCTV 怎样？300万人次说赞，宏观20000余人。拜托，你如果找什么行销公司、公关公司，搞不好做的都比这个好。到底做脸书有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做？委员长，这个算不算业绩啊？跟委员报告，这个业绩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理想啊，非常不理想。那但是造成不理想业绩的原因有很多背后的因素啊。我想如果委员长方便的话，我愿意跟委员来亲自报告。你等一下请调王定宇委员，他的脸书是200000。个别委员的经营是这样子，其他委员经营都比你一个电视台，而且是侨委会下面花这么多资源在做20000人，我真的不想去跟 CCTV 比这300万人。下一个，你说你要发展友台华文市场，孔子学院，中国在134国家和地区建立500所孔子学院，10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学员总共190万人。委员长，我们其实起步比人家早了。我相信华文学校、华文这一块，其实我们中华民国其实做了蛮早。可是人家孔子学院已经出来了，我们需要去跟他做这个竞争吗？不需要。那我们的市场策略，我们讲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在未来，可能大部分课本是他们的课本。好，我们的课本的生存，我们课本的发展，那你把它当作一个重点。到底是为了要列这个绩效，还是真的你有一套策略在那里？是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基本上这个有我的这个华文市场，当然东南亚来讲哈，就有将近500所当地的侨校，包括小学、中学哈，他们还是继续使用我们的教科书，使用我们提供的参考书，使用委员长使用正体字在教学。转个方向，是在未来陆续使用对岸的教科书，因为你知道这个市场那边也比较大。是对不对？简体字，好、哦、拼音，
在未来如果他做这个选择也是很自然的、啊啊、会不会慢慢递减，还是你觉得这五百所就绝对没问题，绝对会固守得到？我想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不会用固守这个概念，比较冷战时代的这种思维了。我会认为说，只要这些侨校他需要我们台湾的帮忙，那么他也愿意使用我们的政体制，认同我们台湾的文化，中华文化。我相信很多对中文有兴趣的，其实也会想学政体繁体字。是，好，好，那当然可能对他而言到中国经商或去游学求学可能用简体字的机会比较大，可 是我想他在研究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应该是两分法、哦、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可是你怎么去帮台湾的这个繁体字，帮我们的这个注音符号找到一个利基，我相信这个讨论的人非常多了。是，其实不止侨胞或侨生，或是我们的所谓二代，在那边二代三代喜欢学中文，在美国学中文、啊、是很多高级或是私立中学，它列为重要的课程。对，好，我想这个更重要是怎么去扩展那一块，而不是在跟对方竞争。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可委员长，我比较担心、啊、这些都是过去已经做到的，只是慢慢在萎缩当中。好，你要发展新的利基。我还是回到那张贴纸，我真的不希望新政府上台了，侨委会也是继续在那边运作，不要再有这张贴纸发生，又要去区隔说我不是从中国来的，我是台湾来。第二个，委员长，南海的争议，南海的仲裁绝对会引发新一波的台湾跟这些国家更进一步的互动。我的意思说，侨委会不能只是说密切观察，侨委会不能把这个工作说啊，这是外交部的，这是国防部的，跟我侨委会没关系。我还是再一次讲，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没有自我认同，所有立法院的委员都会质疑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侨委会的预算？侨委会的定位是什么？好、哦，好不好？我希望你们要注意南海这个事情。好，谢谢，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好，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哈。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委员长。马委员好。委员长好，我想就我们这一次音响专案，然后其实我们也准备了这么大一篇的报告，那我在这里请教委员长，就你过去其实也有过经验，历任的元首他们在出访的时候跟这一次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或者这一次有没有什么样新的突破？是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一次总统的出访跟以往这个国家元首的出访，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一个新的政府刚刚上台，然后这个很多侨胞对新政府会有一些期待，当然他们也对新的国家元首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好奇，也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这一次蔡总统出访，那么到这四个城市都受到侨胞很热烈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跟支持，所以参与的人数相对的非常的多，主要是这个差别，人数比过去的都多。是是是。不过其实这篇报告老实说真的写的还蛮多的，谢谢。不过它看起来有点像流水账，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就是刚刚委员长你也提到，其实我们很多不管在国内也好，尤其在国外，很多侨界我们的侨胞他们很希望可以让总统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这是大家最关切的。是，而且对于新的国家元首当然也抱持很大的期待。那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报告里面，他写了很多包括你说有多少人接机啦，多少人吃饭啦，唱了什么歌啦等等，写的有点繁杂。可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刚刚您提到的如何带领
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其实透过这一次，不管在外交的接待，或者在侨界的安排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更深入的，而不是像大家讲的你有多热闹。然后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很成功的过程。不过我们没有在报告里面，因为那个报告，这个报告不是给国会看的，是我们要看的是透过这一次的外交出访，然后我们怎么样走向更好的方向。另外也要观察我们的邦交国是不是稳固，然后从接待的规格还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可以观察它的意涵。我们很希望透过今天的报告，在你们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是给我们这样的讯息。那如果很好，那当然是最好。你不管在表面上都有很好的、有很风光的这样子的可能成果，可是在内部是不是有隐含其他的危机，我们看不到。那这个部分委员长有什么看法吗？是，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哈。我必须很抱歉，我们大概这个报告写得不够好哈。那么下一次我们会来这个把委员的这个指教，我们来做一个要做一个落实，要改善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想这个侨务的工作基本上相对来讲是相对非常复杂哈，非常复杂。那的确，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总统出访，然后在侨宴的举办各方面，我们要去深入的分析整个侨界的一个生态，它有什么样的改变，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哈。那比如说少数人不参加，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哦？这些我觉得应该在报告里面要能够把它做一个分析。有掌握吗？可不可以简单报告一下？事实上，我跟委员报告了，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啦哈，个人觉得说大致上来讲，这次总统出访，我认为侨界基本上的反应基本上是正面的哦，是正面。当然有极少数的哦，我们也看到在迈阿密哈。在这一个巴拉圭哈，有极少数的侨胞他不参加，他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政治的立场或怎么样，那他有拿那个布条啊，那当然很少。很少哦，那基本上我们认为民主国家这个也很正常啊，就有一些侨界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也可以平常心来看待了哈。但是我想事后我们都会跟我们的侨务同仁，就是说主动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有什么想法啊，那政府以后可以怎么样来努力？我想我们也很重视少部分的声音，也会来积极跟他们联系。因为个人的政治意向那个不容易改变了哈，我们希望是针对大部分。你在国外有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侨胞，然后还包括台商，我们怎么样去拉拢，让他们对我们更有向心力，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不过反过来说，因为刚刚看到报告里面，其实有很多对于新南向其实也有很多琢磨。是。可是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因为我们从最大的一个指标性的来谈，在越南政府还没有对台塑做出一些处分还有罚款之前，其实我在委员会已经提醒包括经济部包括外交部包括相关的部门应该要重视这一块。可是很遗憾的，我们政府好像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口号说哎呦我们有掌握，我们做很多，可是看不到到底做什么。因为毕竟还是被罚了高额的一些罚款，而且外交部甚至脸书上面的发文有点落井下石，因为其实他的报告全部都是越南单方面弄出来的，有很多人认为并不是这样，而且也不符比例原则。可是在这里我们认为这个在我们的新南向政府在这个部分其实开始并没有做好，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后续刚刚有提到有委员提到我们台非的关系，因为我简单来说好了，从过去上一次的排华事件以后，本来越南是大家是台湾所有的厂商首选的一个境外的投资的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越南当初是排第一的，可是他现在已经一直往后退了，尤其在这一次甚至台塑发生这个事件以后，有很多人其实开始往外移或者找新的方向。有一个新的，现在我听到很多中小企业他们谈到，他们现在第一个首选其实变成菲律宾。在李登辉总统提南向政策的时候，本来苏比克湾开发了一个特区，那时候那个是免税的，可是有一些厂商进驻以后很快全部都撤掉了，因为不像他们想象中这么好，它包括治安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好。可是到最近苏比克湾这个特区最后的4块地也被我们台商签掉了，
他那里已经是满的，所以其实不是政府的南向政策在推动，而是他们在找很多很多适合他们投资的环境。可是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怎么样去保障他们。这一次我特别为什么又提到菲律宾，是因为南海仲裁，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国家。这一次如果仲裁的结果，因为它跟美国其实可能是比较大概是比较结合在一起的，未来对台湾，因为台湾的表态或者台湾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置或者台湾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可能也会牵动到整个南向政策以外。今天菲律宾又成为首选的一个投资环境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掌握的。我们不希望政府每次都只有说我们掌握、我们关切，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可是都完全看不出来到底做什么。所以我们希望很明确的，到底要怎么做，也要先有一个因应。因为侨委会，你可以利用很多侨界，包括很多侨商，你们可以运用这样的资源，如何让政府可以更快的让新南向政策可以成功的推展等等。就我刚刚提到的，我想请教委员长您的看法，或者侨委会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我想这个谢谢委员的指教和提醒哦。那个我们会来强化，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很注意这个工作，去强化跟我们在东南亚投资台商的团体的之间密切的联系。然后我们会非常这个经常来听取他们的建议和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投资也好，或者对于保护我们台商来讲，他们都会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得到之后，我们都会分享给其他的相关部会，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些问题。委员长，可是可见这样吼，你可能还跟他们不够关系，还不够热切，因为你没有深入的了解到他们面临的困难。其实你在国外，尤其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然有很多他们在行政程序上面，甚至有些人会负担一些保护费等等。其实这个在很多国家很普遍，我们都有听说。可是他们认为，如果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或者投资的保障，他们愿意负担这一笔费用。可即使包括他们像菲律宾，他们所有的厂商，他们都有招待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去外面的饭店吃饭，很危险。他们的保全都是带长枪，而且经过合法申请的。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他们都要往这里去，这是大家要，也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去考量的。为什么这样的投资环境还我们的厂商还是趋之若鹜？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些厂商，还有包括我们的侨胞，怎么样结合他们的力量，让我们有一个更安全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哈，应该是政府要做到的。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未来的报告，不要好像流水账一样，不要记录这些大家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希望知道政府要做什么。好，谢谢，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来处理临时提案好吗？来，请宣读。嘿，稍后一下。临时提案一，日前发生台塑月岗厂事件。然对此，经济部部长说，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给我们所有的企业启发，在所谓的投资布局的时候，你的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要并重。外交部更以新闻稿指出，外交部呼吁所有台商企业应遵守当地环保法规，并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以免损害我国家整体形象，甚至影响对外关系。看到政府以切割的态度处理本案，以引发海外投资厂商之恐慌与不安。其实台商在海外经营事业遭遇之困难牵涉范围广泛且复杂，政府若无法成为台商之后盾，新南向政策恐将沦为口号。原此要求侨委会加强海外台商联系工作，协助海外台商因应当地国可能之情势变化。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李玉玲。以上宣读。侨委会可以吗？临时提案，好，好，好，那我们这个临时提案通过哈。下一案，临时提案二，鉴于台塑越南合进钢铁厂传出疑似废水排放问题，致鱼贝类死亡，遭越南政府判处罚款。虽越南政府于6月30日公布台塑合进钢厂在测试运行过程中排放废水导致环境污染之调查报告，但此案状况不明。
仍亟待政府相关单位积极协助，维护我国台商于世界各地合法投资之权利。原此，建请侨委会于两周内会同外交部、经济部、劳动部提出因应对策，以避免新南向政策发展受到影响，并防止当地发生排华暴动，以具体保障我国台商持续提升国人赴外投资之信心与意愿。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罗志正、蔡适应。以上宣读。可以吗？你们会报告到政委那边去吗？但是侨委会这边，因为大部分台塑的人还是都是我们台湾的侨民呢、啊，好吗？跟外交，我们没有说要到协商了，不是，我们要提出因应的对策啊，先保护我们自己侨民的安全呢、啊。我们当然侨委会可以来配合。两周你会觉得太长太短吗？应该可以吧。这个是先资讯的重整，再看一下怎么处理。现在就是说，这个虽然召集这四个部会，因为是跨部会。会不会由我侨委会来召集？恐怕比较实质上力求。对啊，我们只能针对侨委会啊。那我们现在怎么针对呢？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案再跟政委报告一下好了，好吗？好，请政委来处理这个，好、哦，好不好？好、哦，好。那所以两周内可以了。可以。好，好。那我们这案就照案通过哈，再来下一案。临时提案三。针对台塑越南合金钢铁厂疑似发生当地居民围场抗争，并遭越南政府以造成污染为由处以高额罚锾，至今无法正式营运，恐导致我国台商及政府在越南重大投资遭受重大损失一案，我国台商在越南投资金额创造越南就业机会均名列前茅，越南亦属政府新南向政策开展重要据点。台塑在越南中部合进省钢铁厂投资100亿美元，折合3412亿元台币，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投资案，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同类炼钢厂。是否造成污染？外交部及侨务委员会应查明该案真相。如台塑并未在越南造成任何污染，而是越南政府无理刁难，相关部门应全力提供相关协助，以维护我国台商及政府权益。提案人王定宇、刘世芳、罗志正、蔡适应。以上宣读。好，这个侨委会。包委是同样一件。挑战就是说，这个事实上这个案子如果要调查，我觉得经济部应该也要进来，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是不是这两三个案哈，那个可能是可以并案的哈？那个可能会要求。某一位政务委员先把这个个案所引发的新南向政策上面的一个困境，把它一起协调出来，好吗？好。但是提案委员又不在。对啊，你们也侨委会也是去了解啊，可能你透过侨务秘书，我们一定有了解，但是就是谁来召集这样的一个？没有关系，侨务委员会可以先做嘛，你们先去问一下这个状况，嘿。然后召集的话，就是可能会请某一位政务委员来处理，好吗？好 ，OK， 好，好，那我们就通过了哈。好，谢谢。好，再下来，高路已用委员，高路已用委员，他不在。林俊宪委员，好，谢谢主席啊。本席邀请吴委员长。林委员好，委员长好，委员长是。那这一次的音响专案啊，你也算辛苦了。是，谢谢。我们侨委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有很多的工作都侨委会要来完成的。是。那本席也这一次能够跟我们外交委员会的刘世芳委员哈，我们大概有幸能够陪总统啊第一次出访，所以看到几个事情呢，我们看到。侨社我们侨胞就像我们今天侨委会的报告里面所提到，有很多侨胞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访问团包括小英总统啊，看到侨胞来自周边各地啦啊，尤其像我们这次有三大聚会在巴拿马、巴拉圭还有洛杉矶，
其中我们看到很多侨胞，像侨委会所提的，都是有时候1000公里、2000公里外的地方，他也不计代价来赶过来，来跟我们国家的元首、跟我们访问团来加油。所以呢，我想我们政府有能力，尤其侨委会，那更需要来服务我们的海外侨民这也是你最主要的任务。是。那我想要再请教我们委员长，就是说在海外的侨界啦，其实这几年大概也有一些的变化因为中国这几年也有钱啦所以中国在海外的侨民也很多啦。是。那在过去的侨界，那么现在有中侨、台侨，那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也就是说，原来啦心向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侨民，那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像这一次的音翔专案，有没有发生这种状况？就是中国的海外单位，他们海外侨界来发起那种反动员，在我们出访之前，媒体有报道过吗？是委员长当时是否认，我现在在请教你有没有这种状况？中国的海外侨界他们发起反动员，他们要求我们的侨民不要去参加音翔专案、小英总统的相关聚会活动。这跟委员报告，刚刚这个委员，其他委员已经有提到这样的问题，我有回应，我就说的确有这样的状况，我们也了解是有这样的状况有这样的状况。是跟他们跟你出访前那时候你是认为没有吗？出访前那时候还没开始，但是最后越接近出访的时候，他们就在当地办了座谈，像反毒促统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类似座谈，他们有办，然后劝阻我们的侨领来参加我们的侨宴，他们是有做这个动作。所以我现在就是用这样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对比在出访前我们吴委员长，你在媒体上你是表示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还没有确认一个这样一个状况是。那后来你刚又回答说，那事实上确实有了，是有的。那中国有动员他们在侨界的影响力是来反动员，对我们的侨民不要来参加小英总统的相关聚会活动是。那我再请教你，中国这样的反动员有没有成功？如果以我们参加的，你也都在场嘛？是。在巴拿马、巴拉圭还有洛杉矶的三场重要的侨宴如果以那个为最基准的话，中国的反动员有成功吗？也就是说，相较起来，在这三个地方办的侨宴，在我们看起来办的，你满意吗？跟委员报告，如果从这一个传统侨社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几场这一个侨宴该出席的，我们认为应该要出席的传统侨界的侨领都出席了。有没有因为受到中国影响而不敢来的？没有来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还是有吗？不排除这种可能。也就是说，在我们邀请名单上面，我们希望他来，那结果他没有来，确实有吗？不排除这个可能有，就是有啦，没有关系啊，这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是中国对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嘛？对他无所不在的打压，不是只有在正规的外交战场，连我们国家元首出访。连小英音翔专案的侨宴活动他都要来打压我们。所以希望侨委会未来我们更需要来努力了。是。因为整个侨界呢在这几年确实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你未来的工作啦恐怕会更吃力。那另外在我们所关心的南向政策，在前主委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主委陈世奎，他的一些关于南向政策或者是关于海外侨民的一些处理政策上你会完全的遵守吗？我想你会依照他所订定的这些政策方针
继续做吗？我想我们会不断的检讨，因为侨务工作有它变的一面和不变的一面，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已经过去这一个多月，我想我上任之后，我跟我们的同仁，我们都很认真努力的针对。那我就是要提醒你啊，是那贵会啦，我们侨委会的网站上啊，是几乎都完全一致不动的，都是城市回定的政策呢。我今天要来咨询你，我特别去看一下，一个字都没改。是。如果你有新的要检讨，有不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啊，要及时的更新。是是，在以现在资讯爆炸年时代啊，我们第一个了解侨委会的业务，来了解委员长您的政策想法。我最简单方便，我就是去你的网站看看。是是是。那现在你恐怕你自己也不知道。不瞒委员，我上任之后真的是非常忙碌，然后出国国内，那你总有相关该负责单位的吧？是，我们现在同仁都有在检讨，我想等我们检讨定案了之后，我们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网页上，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就好，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对，520就任到现在，如果新人新气象，是如果有什么样新的想法，你应该要提出来。好，在我们这样看起来，这个好像国民党继续在执政一样。是 是, 是。如果一看我们现在的侨外政策，那跟陈世奎一模一样。我们马上来改善，好不 好, 好？让大家了解到底我们新的侨委有什么样新的想法做法。是是。不，还是说你真的照单全收也没关系，你就继续摆着。那同时啊，比如说了哈，我举个例子，在南下政策方面，侨委会说要倍增侨生为目标。是。这陈世奎提出来的吧？陈世奎怎么样？他提出来的吧？没有，没有，这是我上任之后提出的。没错，因为这个南向政策是新的，像这个你就要再公布给我们看了、啊。是是是，让我们更了解你的想法。是，因为这次小英总统去出访啊，他跟巴拉圭总统见面的时候提到几点，有一项就是我们要倍增奖学金，奖学金，哎、让巴拉圭的学生到台湾来，对，增加一倍，由14到28，对对，对不对？那你现在也是啊，南向政策倍增侨生，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想法。是，那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有没有数字？有，我们大概在，因为我们侨委会可以这个负责的大概就是海外青年技术培训班这一块，我们现阶段大概有这个每一年招生多少？1100个，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这四年，我们可以把它 double 到大概2200个，这很好啊。对，我们希望南向政策很具体的一个做法、啊，是不是应该要网站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布的地方？我是举这样做例子了。是是是，好、哦，因为我现在看到全部都是旧政府的，那你新政府有没有提出来？有啊，吴委员长有提出南向政策里面的侨生倍增计划，这我晓得，是，可是我看不到。像你现在讲，我们就很清楚了。是，由1100个四年内增加到2200个，是，都非常好啊，更多更好了。如果你可以争取到更多资源的话，是是。那所谓的南向政策目标是哪几个国家，也可以写出来吗？是，是以东协范围，目前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吗？或者是我们侨外的啊，就是说比较做得不错的，需要再加强的，这个都需要相对配合的。是。好像我们在几个东协国家里面，现在连代表处都没。那其实他们到台湾来很不方便，好像柬埔寨，他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签证，他必须要护照送到胡志明市去。对对。啊，那我们是不是配合外交部有没有办法来改善各方面的作业流程等等啊？是是，好不好？好，我们希望啊，吴院长啊，这次英江专案辛苦你了。啊，谢谢吴院长。好，那我们该给侨委会一些鼓励啊。那我们希望。未来侨委会能够更面对新的状况的挑战，像你刚所讲的，那中共这一次啊，共产党对小英出访的反动员，其实是某种程度的效果了。是，有很多我们约请来了侨领啊，不敢来了，没有来，那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海外侨胞工作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好，希望委员长你这边啊。加油！密切，我们来关注。好，谢谢委员长。谢谢委员。来，我们谢谢主席。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黄昭顺委员频道。吴志扬，吴志扬委员。赖世宝委员。钟嘉宾委员。
主席，与会的先进委员、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媒体记者女士先生，还有本会的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有请委员长，请。可以先休息，没关系，那就先休息。五单中委员好，好，委员长您好。我本来要秀一个照片，就是在这次的风灾当中，我们屏东啊，虽然受灾不像台东那么严重，但在我们屏东最接近台东的一个牡丹国中呢，有一群年轻有活力的年轻人，那么他们到那边去担任英语的志工，然后呢，在风灾来的时候陪同我们国军啊协助整理校园。校长说特别要我跟委员长致谢，因为他一问之下，我一问之下，他是我们侨委会的海外青年英语志工团，是，对不对？他们不久前在健谈才结训后，派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去做英语的夏令营。是，我本来呢还是教育部的，刚刚糗了一下我们的潘文忠部长，我说这么好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到台湾这校园，不只教小朋友，还帮忙从事校园的整理，真是可佩啊。那您知道目前台湾的侨生，大概一年有多少人，毕业吗？或者说目前的总人数，以大专学校来讲，一年的侨生大概多少人毕业？现在在台湾的总人数，侨生总人数有24000，两万四千人。然后毕业的呢？每一年毕业的，每一年毕业大概3000多人。三千多，我看到的资料在102年是2600多人了哈。那其实呢，我刚刚在我们教育委员会的时候啊，在谈到两岸教育交流趋缓，刚刚看了一个数字，我差的差点眼都掉下来。但在104年呢、啊，陆生啊，来台湾的超过30000人。那我就想了，在台湾遇到这种考验的时候，我有看到侨生的年轻朋友，但是我看不到从中国来到台湾的留学生，他对这个社会有没有感同身受，我没有看到。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当然还是要再次的肯定侨委会。但是我们要谈到两岸教育趋缓呢，我一发觉得、啊、我们侨委会呢，要把你们的工作呢更扩大来做。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哈，现在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刚刚好几位委员都有指教了。那侨委会啊，你们的编制有5个处，4个业务处呢，有侨民、有侨商、有侨教、有侨生。你看，单单跟教育有关的就占了一半，对不对？可见在侨务当中，教育很重要。是。但是侨教呢，过去啊，在侨乡为我们的侨民的下一代准备好教育，我觉得这个侨教可能呢，在目前的时机上，对于所在国，他们也不见得那么的有兴趣。但是侨生来台，我觉得这个块面很值得发展。想请教一下委员长，是，我看到你们的侨生的定义了哈。那你觉得如果侨生的定义可以包含更广的话，哪些块面你想纳到我们的侨生的教育当中来？基本上现在我想，侨生的定义大概就是说，他们有还是继续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是。然后，当然，另外就是侨生回台湾读书，还有另外一个管道，就是说他们用，因为他们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中华民国的侨民，另外他是当地主流国家他们的公民，所以他也可以用他们这个外籍学生的身份到台湾来读书。我插一下哈，你刚刚讲到了国籍的问题，我本来要秀个照片，是一个我们台湾我屏东的乡亲，是他在侨居巴西多年，娶了巴西当地人当太太，然后生了一个女孩。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国中生了，在台湾短短3年的国中，他今年呢，他的机测啊，他居然申请就学，他申请到北一女。他那天为了孩子要在台北念书，找不到房子住，来请我服务。我看了我就很佩服啊。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本身中华民国国民，侨居巴西多年，也取得了当地的国籍。他太太是巴西人，但是他带了女儿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女儿当然是有中华民国国籍，这不成问题。他太太呢说必须放弃中华民国国，放弃巴西国籍才能入中华民国国籍。这个你们知不知道？很多的侨，我们的台侨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印象？那个郑肇士谁来回忆？不是他本，不是本人哦，是他的配偶哦。配偶是不是如果原来是侨居地的所在国？他要来规划我们台湾，必须放弃他原来母国的国籍，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其实我们是双重国籍，那在这个部分好像是那个内政部他们那边相关的规定。所以我要告诉委员长哈，其实您既然负责侨民的业务，台侨啊，他很多这种状况，因为从侨居地回台湾发展，他把在国外娶来的这个配偶呢带回来，
结果对方国承认我们的双重国籍耶。当我们的侨民在对方取得国籍的时候，没有要求我们放弃中华民国，但是当他的配偶要入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要放弃原来。我要说的是说，台湾在目前的国际处境上，我们应该是多交朋友。这些来自原居国的这些外籍配偶，他们都是我们发展侨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委员长，你觉得是不是要帮我们的侨民争取一下？如果他们返国，他们可不可以有办法取得规划，然后呢，在保有原来的国籍的情况之下？虽然这不是你的业务，我想听听看您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哈，那个我们会来跟这个内政部哈来做一个沟通哈，然后来了解看看这个可行性有没有可以来那个松绑这样的空间。好，这样子好不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侨委会委员长，你看你们的方案很多，那我看看你们目前侨生，你们比教育部的两岸交流更好的是什么？因为你们注重技职教育。我看到侨生来台湾，他可以学很多技职教育，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都偏重在餐饮科。其实呢，如果以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需求的不是餐饮科，食品、农业、制造或机械修复。我希望未来侨委会呢，在看待这些侨生来台湾接受我们的教育的时候，技职教育这一块可以好好的来考虑。好，那么最后呢，我也希望说侨委会有注意到，其实我希望侨委会把侨生的定义放宽。我们的外配啊，在台湾的外配多达超过16万块17万人，他们的孩子新台湾之子累计到目前有超过11万人，这些人都已经在高中大学阶段的年龄。那么我们是认为说，如果我们要希望能够他加强台湾跟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关系，其实他们娘家的卑亲属，也就是我们新台湾之子他母亲母国的表兄弟姐妹，如果能够来台湾就学，不要忘了台湾在东南亚地区我们的教育水准相当不错的，但是不错不是不错在大学教育，新加坡的大学跟台湾的大学要去招东南亚的比较中上社会的家庭的学生来念大学，不会，他们都去申请啊欧美的这个留学，但是在中学阶段新加坡在做，新加坡积极的在东南亚找他们可以到新加坡交换的中学生，给予他一些公费，给予他一些培养。我觉得台湾应该去思考，今天如果来大学生念4年或研究所念2-3年，不见得有认同，但是他如果从中学阶段他在母国得不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他来到台湾技职教育从 高工高职3年有办法得到一个基础训练，他在大学如果再去科大受训，他回到国家是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对台湾的认同会很强。请问部委员长同不同意？完全同意。好，那我现在呢，我要跟您报告一下，我在教育部啊，将教育会我已经提出，我希望教育部呢成立一个新南向的教育专案小组，能够把我们各部会所有的包括外交部侨委会的奖学金资源做个统整，我们设定奖学金也鼓励交换生，我们希望不是只有鉴于台侨的子女而已，我们外配他们在母国的这些卑亲属，我们新台湾子的表兄弟姐妹，如果有机会他来从越南、从缅甸、从印尼、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跟着他的表兄弟姐妹台湾之子在台湾的技职这些高职高校接受训练的话，那么他不仅不会去影响到我们本国的经济发展跟就业机会，他同时也可以改善他们回国帮助他们国家的建设，也可以改善台湾跟这些国家交流的一些国际友谊。我觉得委员长你们考虑一下对侨生教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是，我们这个事后我们再来检讨，跟教育部要来协商一下，因为事实上这一些外配他们的这些亲属，在海外的亲属如果要来台湾读书都不是问题，他们可以用外籍生的身份可以进来台湾读书的。那就是教育部，不是侨委会了。对，那就是教育部外籍生的身份进来。所以我是觉得侨委会你做得很好，所以我要教育部要跟你们学，你们做技职教育，但是他们资源比较大块啦，你们经验比较有啦，希望你们能够合作，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不要只限定是台侨的子女的侨生，是，连新住民的新台湾之子的表兄弟姐妹都能够帮我们台湾在南向政策上，是，用台湾优势的技职教育帮我们打出一条南向的活路，好不好？是，好，好，谢谢委员长，谢谢您，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周委员，来，蒋乃馨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周成秀霞委员，何新纯委员，张立善，
张立善委员，陈怡杰委员，李彦秀委员。本次议程已经登记质询委员除了不在场外都已经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次会议有委员林长佐、吕孙玲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那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在两周内以书面提供。好，散会，谢谢。